报告委员会出席委员五人，已足法定人数。好，现在开会进行报告事项，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内政委员会第四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105年10月12日上午9:12至12:43，地点红楼202会议室。出席委员庄委员瑞雄等14人，列席委员郑委员天才等15人，请假委员杨委员郑吴，列席官员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等，主席陈召集委员超明。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邀请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率同所属列席报告业务概况，并被质询。本次会议经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报告，委员庄瑞雄等16人提出质询，均经客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李永德及所属及其答复说明。另有委员徐正卫等提出书面质询，列入记录刊登公报，请相关机关另以书面答复。决定报告及询答结束，委员质询未及答复部分或要求提供之说明资料，请相关机关尽速以书面答复。散会，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委员，上次会议议事录有无错误或遗漏？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确定。我们现在进行讨论事项。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五案，继续审查行政院委员赖瑞龙等17人。委员吴思瑶等16人，委员郑宝清等22人，委员吴玉行等26人，分别依据住宅法修正草案。讨论事项第六案至第八案，审查本院亲民党党团委员姚文智等16人，委员李立芬等24人，分别依据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宣读完毕。好，那我们现在来这个介绍在场的委员跟列席的官员哈。我们有我们庄瑞雄庄委员。然后李俊毅李委员、吴玉琴吴委员、吴思瑶吴委员、洪忠义洪委员、林立禅林委员跟黄昭顺黄委员以及赖瑞龙赖委员。那我们列席的官员的部分有内政部叶俊荣叶部长、花敬群花次长，以及地政司施明次副司长、会计处宋安烂处长、营建署许文龙署长，那以及这个国民住宅组朱庆伦组长、财务组庄良玉组长、企划组苏俊荣组长、管理组刘田才组长、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务预算处检任视察检信会、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主编人力组专门委员林延珍、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企划处副处长罗天健、国家发展委员会国土区域离岛发展处专门委员宋玉珍、卫生福利部社会救助及社公司检任视察王燕琴、社家署吴宜山科长、法务部法制司专门委员王乃芳、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卢珍秀、国库署马小慧组长，有吗？好，有，谢谢。国有财产署公用财产组吴雅华组长、管理处分组蔡菊花科长、推动促参司林佳荣研究员、国防部军备局工程营产处李富裕科长、政治作战局军眷服务处毛文良科长。好，以上。好 ，OK。好，那我们现在来这个有几个新增的这个提案我们来进行提案说明。那住宅法修正草案，我们请亲民党党团提案说明。好，亲民党团不在哈，我们请姚文智委员提案说明。好，姚文智委员不在，我们请李立芬委员提案说明。李立芬委员不在，好。那我们现在请宣读住宅法修正草案新增条文之新增提案之条文。本院亲民党党团提案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社会住宅只由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以低于市场行情之租金专供出租之用。第三款，公益出租人房屋所有权人将房屋以低于行情之租金出租与青年及依本法规定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补贴者，其余文字维持现行法条文。
第四条之一，社会住宅应以乡镇市区为单位，提供至少30%以上比例出租与本法所定具特殊情形或身份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与未涉及于当地且在该地区就学就业有居住需求者，前项标准经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认定乡镇市区确实无此需求者，不在此限。第十二条之一，公益出租人将房屋出租与青年及依本法规定接受政府住宅租金补贴者，于房屋出租期间所获得租金中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前项免并入综合所得总额课征所得税实施年限为5年，第一项青年之资格条件由中央主管机关另定之。第33条，第一项聚末增列为需保留土地历史或部分原貌，其余文字维持现行法条文。第44条增列第二项，前项服务得由租屋服务事业办理提供，其认定及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一项维持现行法条文。本院委员姚文智等16人提出住宅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条第二项至第四项文字修正为：主管机关拟定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之额度与户数，应斟酌居住地区住宅行情、人口数量及负担能力等因素决定之。主管机关预定每一年度之住宅租金补贴之额度与户数，应斟酌居住地区租金水准、受补贴家户之所得、户口数与经济或社会弱势者之状况及负担能力等因素决定之。中央主管机关应于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后一年内完成相关租金资料或价格收集、负担标准及补贴金额计算方式之建立。第一项文字维持现行法条文。第7条，主管机关为健全住宅市场，办理住宅补贴、兴办社会住宅及提升居住环境品质，得设置住宅基金。中央住宅基金来源如下：一、政府依预算程序拨充；二、本基金财产之处分收入；三、社会住宅兴办之收益；四、本基金之孳息收入；五、个人及盈利事业之房屋土地交易所得合一课征所得税税课收入；六、其他收入。前项第5款之收入，由中央主管机关制定提拨比例。直辖市、县市之住宅基金来源如下：一、政府依预算程序拨充；二、各金融机构配合之融资；三、本基金财产处分之收入；四、办理都市计划容积奖励回馈之收入；五、都市计划增额容积出售之收入；六、办理都市计划变更之捐赠收入；七、社会住宅兴办之收益；八、本基金之孳息收入；九、地价税、房屋税一定比例；十、其他收入。前项第4款、第5款、第6款及第9款之收入，由直辖市、县市政府制定提拨比例。第8条，为协助一定所得及财产以下家庭或个人获得适居之住宅，主管机关得视财务状况拟定住宅补贴计划，其补贴种类如下：一、自建住宅贷款利息；二、自购住宅贷款利息；三、承租住宅租金；四、修缮住宅贷款利息；五、简易修缮住宅费用。申请前项住宅补贴及其他机关办理之各项住宅补贴，同一年度仅得择一办理。接受住宅贷款利息补贴者，除经行政院专案同意外，不得同时接受2种以上住宅贷款利息补贴。接受住宅费用补贴者，一定年限内以申请一次为限。为协助弱势居住，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前，属第4条第二项身份租用之住宅，且租赁期间达1年以上者，其申请第1项第3款之租金补贴，不受第3条第1项之合法建筑物限制，实施年限为3年。第1项住宅补贴计划以承租住宅租金补贴为优先，第1项一定所得及财产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15条之一，住宅所有权人将住宅出租与依本法规定接受政府租金补贴
或其他机关办理之各项租金补贴者，于住宅出租期间所获租金收入免纳综合所得税，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税额度不得超过新台币10000元。前项免纳综合所得税规定实施年限为5年，其年限届期前半年，行政院得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第17条第一项，民间新办之社会住宅需用公有土地或建筑物时，得由公产管理机关以出租设定地上权，提供使用并予优惠，不受国有财产法第28条之限制。第二项、第三项维持现行法条文。第20条，社会住宅于新办期间，直辖市、县市政府应课征之地价税及房屋税，得予适当减免。前项减免之期限、范围、基准及程序之自治条例，其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定之，并报财政部备查。第一项社会住宅营运期间作居住使用之租金收入，及依第19条第一项第5款、第6款或第二项第4款收取之租金服务费用，免征营业税。第一项及前项租税优惠实施年限为5年，其年限届满前半年，行政院得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第21条增列第3项，前项优惠及奖励金额于自营运核准日起至营运终止日止之期间取得者，得不纳入计算，其余条文维持现行法条文。第5项据守第3项修正为第4项。第21条之一，主管机关为促进以第19条第1项第5款、第6款，这个修正东西给你念好不好？好，我现在没时间看。好，第21条之一，主管机关为促进以第19条第1项第5款、第6款及第2项第4款新办社会住宅得奖励租屋服务事业办理，住宅所有权人依第19条第1项第5款、第6款或第2项第4款规定，将住宅出租与主管机关租屋服务事业转租及代为管理，或经由租屋服务事业媒合及代为管理做居住使用，得依下列规定减征租金所得税：一、住宅出租期间所获租金收入免纳综合所得税，但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税额度不得超过新台币10000元。二、住宅出租期间之租金所得，其必要损耗及费用之减除，住宅所有权人未能提具确实证据者，一、应课税租金收入之60%计算。前项减征租金所得税规定实施年限为5年，其年限届满前半年，行政院得视情况决定。第24条，主管机关依本法新办社会住宅需用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筑物者，得办理拨用。主管机关依本法新办社会住宅使用国有土地或建筑物衍生之收益，得作为社会住宅新办费用，不受国有财产法第7条规定之限制。主管机关依本法新办社会住宅需用之公有非公用土地或建筑物，属应有场拨用者，得采租用方式办理，其租期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其土地租金以当期公告地价2%计收，不受国有财产法第43条有关租期与租金率之限制。租用期间之地价税及房屋税由主管机关缴纳。新办社会住宅所需土地因整体规划使用之需要，得与邻地交换分合，邻地为私有者，其交换分合不受土地法第104条及第107条之限制。第37条，为提升住宅安全品质及明确标示住宅性能，中央主管机关应订定住宅性能评估制度，指定评估机构受理住宅新建者或所有权人申请评估，于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施行1年后新建之集合住宅，起造人应办理住宅性能评估。第一项评估制度之内容、申请方式、评估项目、评估期限、评估内容、权重、等级、评估基准、评分方式、奖励措施、评估报告书、指定评估机构与其人员之资格及管理等事项之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37条之一，
为保障住户生命及维护公共安全，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应针对有安全之余或使用达一定年限之建筑物，订定检查或检测与辅导整建或重建计划，前项有安全之余或使用达一定年限之标准，中央主管机关应定之。直辖市或县市主管机关之检查或检测与辅导整建或重建计划所需之经费，由中央主管机关补助，并纳入第二条第一款之全国性住宅计划及财务计划中。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或其委托之专业人员进行前项评估之检查检测，必须进入住宅、社区、公寓大厦之共有部分或专有部分时，公寓大厦之管理委员会管理负责人或住宅所有权人、使用人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第44条，主管机关为提升租屋市场健全发展，应研拟住宅租赁发展政策，针对租赁相关制度及专业服务及第四条经济或社会弱势租赁协助，研拟短中长期计划，并就租屋市场资讯、媒合服务、专业管理协助及纠纷咨询等提供相关服务，前项服务得由租屋服务事业办法，由其认定及奖励办法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45条增列第二项，前项居住权利之内涵，应参照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所揭示之士族住房权和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所作之相关意见与解释。第一项维持现行法条文。委员李立芬等24人提出住宅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第四条，主管机关及民间兴办之社会住宅，应提供至少30%以上比率出租与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另提供一定比率与未涉及于当地且在该地区就学就业有居住需求者。前项经济或社会弱势者身份，指下列规定之一者：一、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第二款至第九款现行法第二款至第十款改列为第二款至第十款，第十一款修正为皆有，第十二款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者。一、第一项所提供之社会住宅，应保障居住者享有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一条所揭示之士族的住房。时代力量党团修正提修正动议，第三条增列第三款，原住民族社会住宅只具有原住民族文化特色，保留其生活形态，尊重群体意愿之社会住宅。第五条第一项中断增列住宅负担能力、住宅发展课题及原住民族文化需求等。第六条修正为，主管机关为咨询审议住宅计划，评鉴社会住宅事务，应邀集相关机关、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成立住宅审议会，其中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之比例不得少于二分之一，有熟悉原住民事务者至少一名。第十四条修正为，主管机关应评估社会住宅之需求总量、区位、兴办户数及原住民族社会住宅需求，纳入住宅计划及财务计划。第25条增列第二项，主管机关或民间兴办之原住民族社会住宅，其规划设计应尊重原住民族意愿，并应有原住民族充分参与。委员陈昭明等四人提出修正动议。第53条删除第二项、第三项。第58条删除。第61条删除。委员赵天麟等七人提出修正动议。第21条第21条第三项增列但书，但社会住宅新建期间之租金得免予计收。第11条第三项
修正为中央主管机关应于本法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之条文施行后两年内完成相关租金资料或价格收集、负担基准及补贴金额计算方式之建立。第五十五条，增列第二项，前项居住权利之内，还应参照《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及《经济社会与文化权利委员会与人权事务委员会》所作之相关意见与解释。第四十六条，第二项修正为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获取委托之专业人员进行前一项评估之检查检测，必须进入住宅、社区、公寓大厦之公用部分或专有部分时，公寓大厦之管理委员会管理负责人或住宅所有权人、使用人不得规避、妨碍或拒绝。第三，增列第三项，第一项屋龄达一定年限公寓大厦之标准，由中央主管机关定之。第六十七条，一二，第二项增列后段，但都市计划公共设施用地非属更名登记范畴。第三项增列后段，或由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考量该社区之特殊性或住户整合需求，才有利于未来社区发展之更名登记方式。二三四，第五项。针对本法施行后，以社区公共基金架构第一项管理站、活动中心及其他设施，得依前条有关更名登记之规定办理。委员黄昭顺、郑天才等七人修正动议。第二十五条，针对第三项。增列第五项及 第四项及第五项原住民族社会住宅之租金计算，主管机关除斟酌前项情形外，应依据原住民族经济状况另订定分级收费基准，并定期检讨之。第五项、第二项租金之订定不适用土地法第九十四条及九十七条规定。委员黄昭顺、郑天才等七人修正动议第四条。针对第三项，对对居住原住民族地区以外之原住民主管机关，应基于原住民族教育及语言文化等传承发展需要，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原住民承租之社会住宅。那我们先宣读到这个部分啊、哦，包括像游美丽委员在内，有一些陆陆续续在提出的这个修正动议，是不是我们等到审查到那一条的时候，我们再来做宣读这样子？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来进行审查哈、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进行协商处理好不好？好，那我们先来请安排一下位置。
块农业区。因为我们游美女委员的修正动议有第一条哈，所以现在正在营运当中，我们再等稍待一分钟。好，那麻烦念一下游美女的修正动议。委员游美女等四人对第一条提出修正动议，文字为：为保障人民居住权利，健全住宅市场，提升居住品质，使全体国民居住于适宜之住宅且享有尊严之居住环境，特制定本法。宣读完毕。好，好，那我们现在开始审查的协商哈。那针对这个第一条的部分。哦，对不起，针对好第一章总则的这样的名称，大家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这样子。主席，你现在是讲第一条还是讲第一章？第一章总则啊，总则当然没问题啊。好好，谢谢。好，那这个那我们是这样通过，对，好，那就照这样子，好，通过。那再来我们进行到第一条，第一条，请问大家有什么意见？那个我要请问哈，那个你这个当一开始就加了一个保障国民居住权益。那本席想知道，现在我们国民居住的这个部分，大概我们全国人民有多少人是在住的上面是缺席的，或者是怎么样的？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个这几个字，加这几个字的目的是什么？国民跟人民有什么不一样啊？有加这个跟以前的那个没有加这个有什么不同？好，报告委员后，主要这一条是要特别去强调住宅补贴，还有照顾弱势，在社会住宅这个议题底下，这两大住宅法的重点哦，所以再把它补强在这里面。我想，那个，因为你这个部分住宅法的重点不是只有这个啦，所以你写这个东西上去觉得很奇怪，我弄不懂。然后刚才那个我的助理又拿了一张哈，游美女委员的修正动议。他又写成，他又把它改成，保障人民一为保障人民，他国民跟人民又不太一样，那我不晓得国民跟人民又有什么不同，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不同？这个不同有什么特别的？要不要告诉我们说，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这只是一个表达方式。其实国民和人民，我们在内政部的法规委员会在审查讨论的时候，确实也针对这个议题讨论过。那后来大家觉得用国民可能完整度会比较好。
那如果没有的话呢？没有写这一段，应该也不影响吧？也应该也不影响，因为我们这个整个住宅政策就是为了健全住宅的市场，其实目的那是一个目的。对，你家这个跟我们原来的这个好像不太一样。黄委员跟你说明一下了哈，那个立法的目的哈，在求其周延呐。那当然里面包括了整个是也是要保障人民的居住权利哈，所以这样子的加法对于住宅法的实质的推动有帮忙，那不会有任何妨碍。啊，没有加也没有妨害啊。加的话更能够彰显这个住宅法的精神。那个部长，你别熬这啊，我感觉这很奇怪，你无代无志，刚写一个这，感觉怪怪。然后国民跟人民，你们刚刚说你们在内政部里面讨论，那哪些人是支持的，哪些人是反对的，你总该让我们知道吧？讨论的，你不是刚刚讲说已经有讨论过吗？因为主要住宅法有三个重要的章节，一张叫住宅补贴，一张叫住宅市场，一张叫住宅品质，居住品质。所以说这三章其实就是整个住宅法所涵盖的重点内容。那第一条本来就漏掉了关于住宅补贴这一章的那个精神意涵，所以说把它加进去这个里面，让这个三章的架构跟第一条的宗旨能够相互搭配。所以你觉得有没有你委员的这个人民的这个比较不好？不是，要写国民。他刚刚是说比较周延了。国民跟人民哪一个有什么不同？我们用国民好了。国民跟人民有什么不同？文字不同了，但是精神上都很好。对呀、啊，我觉得很奇怪，跟住宅有什么关系？他有国民是行政院提案，有委员提案是人民，无委员提案无疫情委员提案是民众了哈，有三个用语这样子。对，对，那个幼儿园还有多的是一个权利这样子，嘿，权益。现在是作文比赛的第二。来，其他委员有没有什么意见？啊，李建义委员。其实我们这次住宅法的修正很重要的概念，就是人民的基本权利，住的权利了。所以在任何的法规里面，第一条都是把它的精神讲出来。那第一条这个当然是保障人民的住的权利，所以我个人比较支持游美女的版本哈、哦。这居住权利本来就是人民的权利嘛，哦，所以我支持游美女的版本，为保障人民居住权利，那后面是一样的。对呀、啊，这个还你支持人民？哎，姚文智委员。我是认为这样子的哈，就是内政部刚刚其实已经提了说人民跟国民那、啊、意涵仍有出入，但是大家都选择用国民啊，这个部分我支持说保障国民啊哈，但是讲权益跟权利这是不同的事情啊，那权益是讲说有什么样的这个利益好处，那讲权利是他的 right 啊，这是不一样的，所以。我是不是建议啊，就改成那个游美女版本，然后改成国民了、啊？好，那我认为权利才是对的哈、啊。就是说，那原来的版本可能有点稍欠周延啊，因为我们今天是在讲市族住房权啊，权利有大的权利啦，啊，所以那个黄委员这次真的需要增加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漂亮的帽子啊，这必须在总则里面提出来，谢谢。好，黄委员还有意见吗？那个我没有特别的意见啊，但是我觉得这样子在这个文字上做这么多的漂亮的这个作文比赛啊，我觉得有一点，你看人家姚文智委员现在是他不是支持权益哦，他是支持权利，我是支持这个权利，就是姚美女委员写的。权利嘛，吼，对不对？利益的利嘛，你都讲不是各个，有没有个公一拜？不是，一共权利。国民的权利，
这样子。权利跟权益又不太一样。还会有根本的，它是根本权。要不要国文作文老师教一下？来，那古老师委员，我补充一下了哈。我想，我完全支持尤美女委员。我想，她主要的精神，这个是也很符合世界潮流，包括我们现在一直在讲的国际两公约的精神，他讲的就是权利嘛，哈，就是 rights。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宪法第十条保障人民的居住权，第十五条保障人民生存权，所以我也支持内政部哦，在第一句还是加上在这一次就是要保障这个国民居住权利这样的概念，因为其实这一整个第一条的修正哦。就是攸关的后面好几条，包括整个我们整个修法的大方向的底定嘛，哈，它就是基本的人权呐、啊，嗯。好，吴玉景委员，嘿。本席主张是因为这次修法过去只重视在健全住宅市场还有居住品质，事实上对弱势的保障。规范的非常少或不足，所以这次是加上了这一项，那也符合了这个经济社会文化权益国际公约的一个士族的一个居住权哈、住房权，我觉得我们是应该把这个帽子框上去，因为更周全了这次修法的一个大的一个原则哈、所以至于国民或是民众或是人民，这个我倒不坚持哈、这个以上。好，庄瑞雄委员。主席，各位同仁哈，没回去打来回马甲触皮啊哈。那问题是说，你把它写权利哦，有权利就有救济哦，有权利我就可以主张哦。这个站在人民的立场，当然可以赞同啦哈。但是我看行政院这边讲的是权益嘛哈，那是不是说可以再区别一下？你一定要有实意，我们讨论这个才有意义啊。我个人倒认为，你讲权益的话是科与政府义务哦。权利啊，你如果是条文这样定的话，那我站在人民的立场，我要科与你政府义务哦，那我就有权来主张喽。那你如果是权益是，那变成是好像是一种恩吉，就变成我一种照顾，哇，我政府的能力告堆啊，我的尽量啊，你把它放这个权利下去的话，我来。我的请求权基础都在住宅法，你地方你哪通过第一条，讲甲足清楚，互我处断。然后到时咱若无多人讲，咱修改。我这个我没有意见啦，本席没有意见啦，就因为大家我看大家在讨论，我觉得很有实意啊啊，那提出来看一下，就只是说我们这个立法，我们要进步到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这个如果在我看来，这个简直就是要让我一步到位。你通过以后，来，你给他提案的，我就是要给你主张。你要赋予，你说权利啊，那不然我的权利在哪里？那你给我空的，因为你讲权利就真的要科与政府的一个义务了。那是不是有当了？大家也讨论一下。好，谢谢。还有洪宗宇委员，然后再来吴思耀委员。主席哈，各位同仁，我想哈，刚刚大概我们很多委员就是两个部分嘛，我是不是请那个部长哈，你可以再诠释一下哈，就是包括说国民。民众、人民嘛，哈，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另外一个部分就是权益跟权利。那我想，我们部长应该是那个法学大师，哈，是不是可以做一下比较明确的这个阐述啊？我顺一下哈，我们接下来就是吴思耀委员、陈怡杰委员、陈其迈委员。到陈其迈委员后，我们稍微大家整理看看了哈，因为在讨论时真的就变成各司己见的那种哈。好，我是思阳第一次发言。首先非常感佩我们在第一条就这么严谨的在讨论。那我个人认为，我个人的主张是同意那个支持尤美女委员的版本。那人民，我认为这个高度，我是支持用人民这样子一个词汇哈。那在这个权利跟权益的选择上，我想我们还是回应宪法第十条规范的居住自由。其实除了狭义的规范所居住权人。占有跟使用的所有权这个 right 之外，其实我们这一次在修法探讨的是更广义的居住正义的社会权的这个面向。那我们讲的这个不管是所有权的功能或社会权的功能，我认为都回应在这个 right 的部分，所以我个人主张是权利是更胜于权益的这样子的一个演绎的方式，所以我支持尤美女委员的版本。谢谢。好，接下来陈怡杰委员。
我们这边是比较坚持所谓权益的部分哦，因为法律上权益其实是指就是公民受法律保护的权利和利益，所以应该都权益的部分应该就已经涵盖了所谓刚所指的，就是有美女版本的那个人民居住的权利哦，所以我们认为是不是用正院版的，就是保障国民居住的权益，应该会来得比较适当嘛？好，陈其迈委员。那个我是支持那个尤美女版本的修正动议的哈，原因是说，因为我们那个两公约的施行法，那我们立法院已经通过嘛哈，所以这个为了落实这个居住权的一个保障了哈，那也落实同时啊这个落实两公约相关的一个规定啊，所以假如名词的一个定义啊，还有这个这个整个解释啊，可以跟两公约来接轨，也许会是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方式啦。哦，所以我是赞成按照尤美女委员的一个修正动议，哎，居住权利啊，人民居住权利。好，经过了几番大家的辩证后，我们是不是请主管机关表示一下意见好不好？你们的看法怎么样？好，谢谢各位委员的许多的高见了。我们提出加进去啊，加进去保障国民居住权益的初衷，跟许多委员所提的是一致的啊，就是我们基本上是也迎合了两公约的基本的精神啊，对于 adequate right housing 的那个迎合，那只是化约到文字里面就有人民或国民权利或权益这两个思考。其实刚刚陈义杰委员有提到一个我本来心中我自己的看法，是确实我们一般讲到权益，其实它可能更广，它权利跟利益啊，它是权益啊，不然的话它只讲利益就好，干嘛讲权益啊？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广的这个用语。那尤其今天如果在谈到所谓住居权的时候，其实如果单纯纯从跟国家请求的那个权利那个角度来看的话，有时候它反而会变过载。那其实权利加上利益本身是反而是一个更好的一个做法啊。那当然，如果委员们认为，大家理解说啊，我还是喜欢权利这么明确，那我们也尊重啊。只是说这一条的用语基本上的利益是基于这样。那至于人民跟国民哈，我们确实是在宪法的层次上比较多谈到人民，人民，人民。但是比较所谓我们说在regulate 就是管制类型的这些事物的时候，那用国民也许是更适合一点啊。那但是我其实心中最想要跟各位讲的就是如果这个能通过，我们并不觉得这些用语真的是会那么严重啊。那但是大家把背后的精神抓出来才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实是很愿意连结国际公约的这一些精神哦，所以对于委员刚才所提出很多意见哦，我们都能够认同。那当然我会比较请求如果用我们行政院提出的这个版本，其实大家所关切的都已经照顾在里面哦。以上。好，那我们是不是折中一下，如果我们用保障人民居住但是保持行政院版的权益，这样可以吗？好，那就可以了。我们就那个主席啊，对不起，这个后面哈，可能要去对照一下他的一些用语啦。因为你前面人民嘛，后面好像有我刚刚稍微翻了一下哈，有一些是好像都用国民哦，应该要注意。那我们是不是后面如果是用人民，就全部都改成人民这样好吗？因为有一些可能没有修正哦。国民跟人民哈，对的，所以后面好像都用国民哦。嗯，那个啥的，我跟你讲啊，比较行政院版本啊，国民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嘛，人民有时候很大嘞，哎，美国人民哈，日本人民啊，那是中华民国国民。啊，你莫搞学历，我跟你讲。哦，你看。哎，赖瑞龙委员，主席各位委员，我刚刚听到的，其实我觉得部长讲的是蛮清楚的啦。那事实上，如果在他刚刚部长我听到是他希望维持国民居住权益啦，事实上我也倾向支持啦。就是说，其实部长在这一块，整体上都有思考。如果大家没有坚持，是不是就照部长的意见来通过？
好，各位委员哈，因为其实大家所有的讨论都已经，大家都直播都看得出来，大家的那种用意，大家对于人民或国民他的居住的那种权利跟权益的争取，完全都接受到。那我们是不是照政院版的这个第一条好吗？这个帽子戴的有一点点大了，因为怎么样？你知道？你看这个我是从 Google 看哈，看权利跟责任，好，就是说未来我们这样子写了以后。我们的责任是什么？那权利是受到法律及其他社会规范保障的一个利益，而且要受到整个社会都支持才会成立。那如果宪法中规定人民有言论、出版什么什么的自由等等，我想这个权利未来如果说在住的方面，我们政府没有达到什么样的水准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又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们今天必须要思考，说我们家这顶帽子，这顶帽子未来的责任有多大？好，那跟我们当时要做这个法的目的，我觉得距离有一点点远啦，距离有一点点远。好，这个毕竟跟我们言论自由什么的这权益、权利是不一样的。是，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不是大家要再考虑一下？好，那跟黄委员跟大家报告好。那大家经过了很横平的讨论，发现说政院版的这个算是一个平衡点了哈，又考量到利益的保护，又不会有立刻进入到权力是否牵涉到黄昭顺委员跟庄瑞雄委员担心那样的一个义务跟相关的部分哈，是不是我们照政院版来让它通过好吗？可以哈，好啦，这一种精神的展现啦 ，OK 啦，真的。这保留啦，这领地，哎呀，这好啦，支持啦，好啦。那这个帽子我是觉得根本就不需要。好啦，黄委员可以啦。好 ，OK 了哈。好，那我们第一条就这样照政院版通过。那我们进入到第二条。来，第二条的部分，我们如果照政院版通过，大家有没有意见？第二条哈，我想请问哈，第二条的那个第二项是不是那个主管机关的权责划分的第一点跟第四点？第一点跟第四点，包括。第一点，它后面是加执行。我觉得这个本来，我觉得这个执行本来政府就在做了，所以这个执行我是没有什么意见。可是第四项哈的一二三四，全国住宅相关资讯之收集、分析及公布，那这个分析我就有意见了。我觉得这个分析到底是哪一个机关在做分析，或者是我们有委托什么样？我想每一次在做。法案的过程当中，到最后都会有相关的团体，可能以后会授予某种。哎，我听你们要听，你赶快看陈超敏委的恭维哦。没有，我今天还光这个分析哈。那这个分析的部分，然后你到第五项这个部分，它有加了一项其他相关制度之建立及研究。我想这几个部分啊。就让我们第七项我是没有意见的哈，就社会住宅之兴办，但是第四项跟第五项那两个，包括分析跟制度之建立，我想这个部分你们准备给什么单位做，准备要怎么做，能不能请你们说明？跟委员说明一下哈，我本来以为这一部分的说明都很直白了哈，其实如果按主管机关哈他自己该有的权责的话，面对全国性住宅的相关资讯，他不只要收集哈，那当然要去了解这些资讯背后是什么意义，他才能够推动政策嘛，啊，所以资讯的收集分析，然后分析完还要公布，适时的公布啊。公开透明，所以基本上分析那样的用语也只是让它更周延。那任何中央机关收集资讯哈，当然要做分析研议了。那个部长，因为我们以前委员报告部长，我们每一次在做这些，包括说我们要鉴定建筑物有没有安全等等，我们都会委托一个单位去做，都会委托，因为以内政部的人员来讲。我们不相信有足够的人员来做这件事，所以我们有很多土木技师啊，什么什么等等相关的各个不同的行业。所以第一个分析，我们预备，因为你们有既然写了，好，而且你下面第五项里面还要相关制度之建立及研究，那相关制度的建立，
就跟这个分析是有关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担心的是，你们要委托哪一个单位去做这个分析，然后未来的制度你们是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不能够空白授权。我想这个并无并这只是在分配哪些是中央的权限，那哪些是直辖市的权限，这些都牵涉不到说因为有写这个字它权限就变多或变少。不是，这一条基本上主管机关权责划分，它只是分到中央，分到直辖市，分到哪里。那如果它本来就有的权，它是一个横向在垂直在分而已啊，那并没有因为这样就写这些它才有权它才不解，只是让它更明确。好，那以这个做例子的话，全国性住宅相关资讯的分析就应该是在中央，不是在地方。哦，是这个意思。那个部长，因为你这个分析就涉及到，像例如我们921大地震，有一些房子怎么样，发生什么事，后来那些房子应该归什么单位，归什么样的建筑师、土木技师等等去做这些分析。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们都讲得很清楚，因为你这个涉及到后面，你又写了相关制度之建立及研究。我觉得部长，你可能这个法案应该是市长着力比较深啊，那你到底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外面大家比较关心的，到底分析了以后你这个制度要怎么建立，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例如我们现在有大概有300多万户都比较属于，其实严格讲起来就是我们比较担心当时那个次长讲的这个老屋建整的问题。好，因为你一建整，你一个分析，然后你把那些东西建立制度之后，影响所及以及影响的层面其实是非常的大，包括我们的产权等等。所以我们也担心说会不会用这种制度，然后逼一些你们认为你们想做都更的地方，然后就侵犯到人民的权益。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必须要清楚的在法案的审查的过程当中了解。哦耶，那个您刚关心的那个部分是在后面，好像在那个次那个主席应该请次长跟部长说明。他们可以再说明，我只提醒你说，我知道，包括因为你这里的是在后面，不是对那个部分在后面，我有看到。对 对。但是你这里已经在第四项跟第五项里面，他还要相关制度的建立哦。第五点是是是。我拿给你看。有，我看到了，我看到了，我看到了。对啊。那你看到了吧？对不对？对，我们是可以他们更大的那种。主管机关的要求啦，不过没关系，他次长这个部分的话，主席，因为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用文字把它写在那里的话，那未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所有人民的财产来讲是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说这个陈昌明委员现在那个老厝有没有那个三合院啊四合院，那金门有没有，那些房子的结构你怎么可能用现在的建筑法规去把它规范，它到底在建筑的结构上有什么样的，你要怎么样去分析。那但是我们一直在保存这个部分的东西，那你如果说我们把它分析，然后又讲说这个危险，然后又怎么样，那未来我们这个制度要怎么建立。好，花次长你要不要那个回应一下。好了，这个第四幕第五幕，对，第四幕第五幕的部分，我还是来先回答一下，黑龙市长的有没啦？我回答一下，因为这是很通案的东西，我才这一点都跟老屋建检没有关系的东西，我来说明一下哈。这个原来的条文里面可能都已经有这一类的东西，现在只是在强化啊，在强化多了几个字。那这些字的用意不是增加他权力，而是让他更清楚啊。所以并不是因为透过这样要增加什么什么制度，它本来就有的，本来的条文里面都有这一类的东西。但是我们既然修改这一次的法律，顺便用这样把它的内容定得更清楚，其实只是这样子而已。那个部长，我本席认为哈，你因为你加的这个其他相关制度之建立，如果只有研究，我觉得那还好。你这个制度的建立，你现在也没办法告诉我说你要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对不对？那
未来这个制度到底是无限可以无限上纲到什么程度。好，例如我刚刚讲的四合院、三合院 这些老的一个建筑物，那如果说用这种方式，你又分析然后又写，啊，那所谓的金门遐厝，我们都拢有问题，啊，参一寡较砖卡的所在，遐拢有问题。好，那个黄委员意思已经很清楚，我们请庄委员提一下。安内啦，主席安内啦，不是不是，黄委员那么坚持的话哦，那是不是旧法跟新法，你去把它比较一下啦？你认为说哪一个部分是好像是？新法的一个修订是好像偷渡给行政部门，那给他们空白授权，有疑虑的部分你该用出来。我看到无咧，你的其他相关规定，你哪样本地无啊？你个即马个加一个其他相关规定，这个是才有可能像你讲的哦，其他相关事项咧，那我有点问题啦，因为这本地的当中无，反而是你去比较出来以后，新的东西你根本对要有疑虑，安尼打个讨论节可能会较紧。黄委员是第五目的建立及这三个第五目的建。相关制度的建立及研究，因为你要有制度，就一定有一个什么机关，还是有一个什么方式，还是有什么法规，对不对？那你怎么会把它把这几个字写在这里？因为它包括前面哈，你可以见他可以他们义务呢，我可以他们义务不是坏事，他们要收集分析，我觉得是 OK 的、嗯。可是他在建立制度的时候，他就会想出很多的办法。然后这些办法里面就会有再有一些规定出来。那如果说这些老屋，那他们用这些分析，然后又要用一个制度来弄，就像花市长前一段时间讲的，老房子买卖一定要经过见证。啊你是讲的对这些老百姓的，那个增加人民支出的那种不利益的部分，那种法律保留了，弄爱弄规。所以我说那个制度之品质。啊，保障就是品质及其他相关之研究，我觉得原来的文字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不要修改这个文字。你因为你修改了这个文字，就有空白授权的问题。现在叫做授权哦，本来就是授权，本地人应该做，什么叫做授权？现在不是空白授权呢、啊，现在是。把他们原来的执掌里面，反而叫他更把他更具体化，那个没有空白授权的问题啊。空白授权是讲本来你无，要我给一个武器，要我侵害到老百姓，造成老百姓的一个不利益，这个看起来好像也没有嘞。他只是帮那个制度更健全了、啊，这个黄委员。外公，这个制度哈、啊，就像那一天我们看到那个老屋建整那些新闻的时候，所有全国的媒体全部都放第一条，然后我还记得苹果。日报就写，把中古屋全部先判死刑。我那时候也要修法，我觉得这个不，因为嘛不是伊讲安尼，当安尼子。我觉得这几个字是不必要的，而且是多余的，所以我希望这几个字不要放上去。来，陈超明委员，安尼啦，那个该子正在长大了，好不好？不要，哎，住宅政策补贴市场品质与其他相，不是，我看哈、哦，相关住宅政策补贴市场品质与其他与制度，哈、哦，去研究安尼好啦，你卖个建议啦，好不好？安尼起来大家接受就好啊，哈、啊，好，那这条既然大家，好的，来我们那个吴怡晴委员有真。真的第七目跟第九目的部分大家意见怎么样？第九目就真的怕跨部会的协调机制，可以中央的调整。对。不好意思，我在第九目的部分有增加了一个建立跨部会协调的机制哈，这是刻意这个应该是以办理第一目到第八目的哈，不是像啊，对不起，第一目到第八目的事务，就刻意中央有这样的角色。对，那您的第七目也有增加一些，还好，就是因为我们行政部门也有社会住宅的新办，我只是写得更清楚，包括了哪些项目。所以最 care 是第九目了，第九目的部分。那大家主管机关有什么看法吗？好，针对那个。刻意给中央机关跨部会的协调，这本身我们就能做到，
哦，这个本来也应该做，如果没有写应该做，写了之后我们也做的也应该做，哦，所以基本上是这样。那文字上，我们没有特别意见的哈，这样子，这本来就是应该做的事情。那个好，谢谢主席。我是非常同意那个吴育群委员的第九目的部分，因为我们现在我们知道公共住宅要搭配配合的中央跟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往往会依赖会碰到的是中央的不同土地的取得，不同的机制的协调，所以常常地方政府第一线他可能要去找国防部，他可能要去找国产署，在用地取得的部分就已经是第一个急需一个统合机制来进行协调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授权。所以我是个人主张第九目的部分是可以更明确的，如同刚刚部长也说其实就已经在做，那如果不理不反对，我是认为把它明确化，那这样就给他更强的一个法律的规范。那第二个小地方，我是个人在那个第六目的部分我没有修正意见哈，但是我还是想要做一个请教哈。我知道我们这个内政部在颁布这个基本生活水准的这个应该是不是在101年12月底生效的那个所谓的基本生活水准的这个颁定，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再释宜一下？它譬如说它是我看到的资料是101年12月30日生效，由内政部来定所谓的基本居住水准。我是第一次看到这个 term。 而基本居住水准呢，包括要符合居住面积达家户人口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楼地板面积之总和，然后包括呢具备住宅重要设施的项目及数量有个基本的规范。那我只是想要垂询一下，因为刚好借这个机会在审议住宅法这样的东西，譬如说是五年检讨一次，十年检讨一次，还是就一次定？基本上我同意，这本来就是内政部该做的事。只是我想特别在就这个机会请教一下。那刚刚吴育群委员的提案第九目，我个人是同意列入法律的文字，谢谢。来说明一下那个第六目的部分。报委员，那个基本居住水准其实是从1997年就开始规划，然后营建署就开始规划，那一共有发布过两次了吧，就更正过一次，那是每四年就重新 renew 一次，对。所以是97跟101这样做。对。所以未来就每四年要在法定就是一定要四年一次。但我没有说法律上明定是四年，现在过去这几年来操作的模式就是。每四年就是重新发布一次。好，好，那我整理一下，我们第二条呢，现在就是针对第五目那个建立及研究的建立及要不要保留或删除，大家有不同意见，我们就先把它保留。那有关于吴育群委员的第九目的部分，我只再做个提醒，就是说这种跨部会协调写在母法里面的，以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立法例啦，就是说这个情况是不是我们想一下，因为既然保留了嘛，好，我们再想一下。然后呢，因为主管机关第一就对这个方向不反对，好，但是母法里面写进去是不是宜，我们是不是回头台讨论的时候，请你们回去跟法制那边好讨论一下这样的一个立法用语有没有问题，好不好？好，那我们第二条先保留。那我们在第三条的部分，大家对于行政院版有没有意见？有两个修正动议，包括时代力量跟尤美女委员。好，尤委员的，我们念一下。尤委员等提出第三条修正动议，第一款住宅现行法据末合法建筑物修正为建筑物，第二款社会住宅中10%修正为30%，其余维持现行法条文。好，那我们请教大家一下，是不是请主管机关表达一下，就是都有。第三条，这个是时代力量的，没关系，看一下委员有。
高中的这个。这个没问题。那个主席，我请问叫你那个刚才那个条文是连同整个条文保留就对了。对啊。好 ，OK， 好好，因为后面还有一些意见，报告直辖市那个再讲。好，反正保留就保留了哈。那照规啥的啊？你那个在对哪不？主席，爱卿，新一位，两个部分呢哈。那第一个部分，合法的建筑物，我认为还是要规范一下合法了哈，因为会确实会有造成说，如果没有规范合法，会有一些违章建筑的部分跑出来。那我们精神上还是要辅导大家都去租这种合法的建筑物了哈，这是第一个概念。那第二个部分就是30%、10%这个，其实行政版呢已经改在第四条了嘛，好，所以这个部分就把它处理就好就可以了哈。好，那针对斯特利亚部分，你们要不要说明说你们刚刚是不是讲第二条已经涵盖在里面或怎么样的？好，鲍委员，那个史代亮提出来的原住民社会住宅这个部分，其实我们在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其实就提到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得配合政策需要兴办社会住宅，那这里面就包含了原民会，所以说其实我们也跟原民会在之前就已经透过这个部分来经过沟通，就是原民会可以来办原住民社会住宅，那就是用第二条的最后一项来当做法源依据就可以来处理了。OK。好，所以已经包含在第二条的那个项目里面。好，然后呢，另外刚李建委员是说30%的部分，其实后面的条文已经有写了。好，那我们是不是就照行政院版本？主席，我有一件事想请教哈，因为原来我们在行政院原来的版本是讲说，社会住宅是由政府兴办，或者是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出租之用，然后提供30%，包括我们上个会期我们也都讨论过哈。但是你现在把它写成低于市场行情之租金，我觉得这样适妥吗？因为你可能在整个的那个市场的周边可能会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这是第一个。而且变成在房子在租租的时候，因为我们原来是说，有一些奖励或者有一些补助，用这种方式来处理这件事，我觉得应该是比较周延的。但是你如果说是在文字上写低于市场行情的话，你等于打乱它周边房市的它的租金的问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好，因为它等于不是说对，所以我想请部长或者次长来说明，是我们用奖励新建或者补助，会不会比我们写说要低于市场行情来得好？我觉得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哎，这个我有道理啊。看主管机关的说明，我跟委员报告，其实补助跟奖励变成是一个是供给方，一个是需求方嘛。好，那这个用低于市场行情，我是针对房客，我让他比较便宜的能够来租到这个房子嘛。我奖励，我补助民间兴办，我有另外的奖励，所以它其实是双两个面向，不会说因为低于市场行情的部分，那因为如果说你把这条拿掉的话，变成。反而是弱势的来住社会住宅，他租金其实跟一般民间租房子一样，那就会出现。我想我的讲法不是这样，我是认为说我们要让低收或者是我们的弱势真的要照顾他们，我们用那个办法里面去奖励这些，例如说我们的社会住宅，我们在那里面怎么样在办法里面处理，而不是在这里写说。他们必须要低于市场的行情来租，因为现在包括现在我们有一些房子，有一些民众愿意提供，可是你很容易打乱周边的行情，那可能会造成一些歧义的一些作用，所以能不能够说我们在这里这个文字上做得更周延，而不要造成整个市场的混乱，我觉得这样也不好。那我们请吴清明委员。好，谢谢蔡委，部长以及次长。针对讲吼，咱个因个第一个公，因个社会住宅哈，都是要照顾弱势，照顾弱势哈，因为伫咱个新北市三重哈，有一个青年住宅，好，他这有一个案例，就是两房一厅哈，一个月的租金哈，14,000到15,000，但是14,000到15,000，咱就无法当切实去照顾在弱势，
所以说底下的租金的行情要低于市价，你要低于市价是要低于 20% 还是 30%， 是不是能够比较明确哦来规定，这样才能真正落实照顾弱势啊。来，那个主席啊，部长、市长，我想是这样。刚才黄委员的意思，其实我们都不是说去反对这个精神的、啊、哈。我们也知道，一个是供给方，一个是租客，但是重点是在说文字的调整，不要让它产生在市场或者是一些定义上的困扰。那当然，在房客的部分，我们不采用低于市场行情这样的文字，我们还是可以有一些补助、奖补助的办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好，所以其实真正的重点是在这一块，而不是去反对这样的一个精神哈。所以这个文字上，可能你们再来商量看看，看什么样的文字会比较适合。那等一下哈，那个我们待会那个陈昌明委员，然后赖立勇委员。我想安尼啦，第一的话哈，有时候真的对附近有影响，改为啊，适当的市场行情。啊，就已经调整的嘛，啊，其实也是政府在决定嘛，啊，那个下地呀、啊，啊，那个花市长你喜欢地哦，以前要跟市场要请他，啊，好，赖立荣委员，好，谢谢。我想这一个社会住宅的定义的部分呢，哈，那它主要是在做定义的部分，那其实后续如果在后面的部分可以做政策上面或者是其他条文上可以做到这样达到这样的效果的话，我建议部长跟市长是评估看，如果就不写的话。在定义上不特别强调，但是后面在整个法条，对，我们再来做处理，好不好？好。上面哈就很容易造成说，例如以前有一些那个什么社会住宅要盖在哪里，那周边的人全部都反对，说你为什么要来盖在我这里？我觉得这样子不太好，也就是说，我们为了避免他们，我们在照顾这个的时候，又造成一定程度的一些歧视。我觉得这个不理想，所以我们从办法里面去协助他们，给他们实质的协助，我觉得会更好。嗯，好，这样看起来大家有共识嘛？哈，那我们就把那个第三条的第二项第二款的那个以低于市场行情之租金这几个字删除，然后再通过，这样好吗？好，庄工，对，你再把那个文字再念一次好吗？就是它的，这算是第二项第二款啊。第二项第二款，就后面那几个，把以低于市场行情之租金这几个字删除后通过。好，大家没有意见，那我们等一下哈。嗯，那个第三项哈，现在要讲第三项了吗？第三款啊，对不起哈。住宅所有权人将住宅出租以符合租金补贴，这个就是完全授权给各县市的主管单位。去做吗？还是我们内政部？这完全是给各县市。好，那我再请教一件事哈，那个部长，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社会住宅，大概全国从李登辉先生一直到现在，大概有哪几处？有我们的社会住宅，那目前的状况是什么？能不能告诉我们？原来过去到现在推动啊，确实从原来的国民住宅，然后接着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补助补贴啊，那以前都是用那个其实出售的方式啊，出售了，因为我们现在社会住宅基本的精神就是安康住宅是出售吗？只租不卖，我们现在都是只租。安康不是出售的、哦。那有部分，当然也是租的嘛，是租的嘛。有部分是有，当然有部分也是租的，但是以前的做法大部分都基本上就是盖好，然后也是出售。那现在社会住宅最大的特色也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做法，就是确实只租不售。啊，那不管新建或者是包租代管的部分都是这样做的。那过去的推动社会住宅的量确实是蛮低的啊，占我们800多万总体住宅里面不过是0.08%，哦，那个比例是相当少的，所以我们现在才努力想要冲破第一个百分点，第二个百分点啊，甚至于到2.5%啊，所以这个努力。这个努力是需要相当多大家一起来支持哦。那个部长，我没有说不支持啦，我本来就支持的，上个会期我就排优先法案了。我现在是本席是想知道的，就是说目前我们大概从
在我们有多少我们的这个，就是这些社会住宅只租不售的部分，好，那大概现在我们国内有多少，能不能提供这个资料给我？大概出去了以后，你多少多久以内可以提供？我这还有原住民住宅也有嘛，也有这个安康住宅嘛，这个都是。那目前的管理情形是什么？我想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必须要作为参考的。好，那我们这一个礼拜之内提供给好这些所有全国的这些资料给我们。好，谢谢。那这样黄委员对这个也支持的话，我们第三条就照刚才那样的修正通过。好，在第四条的部分，请问大家针对行政院的版本有没有意见？来，我们修正动议哈，郑天才委员的修正动议，要不要说明一下？第四条我增加这个新增加最后一项哈，就主要是考量到在都会区的原住民现在人口越来越多，已经高达40%几，虽然我们在第四条的第一项，已经有特别提到，有至少30%以上，但是它是各类别哈，就是等于是第二项的第一款到第八款的，30%，那原住民的部分会变成上机在这个，所有的社会住宅，那我们考量的是，这个国家要对于原住民族的教育，教育的提升，比如说课业辅导，或是亲子教育、家庭教育各方面的教育的一个进行，以及文化语言的传承，比较能够去处理的话哈，就会比较需要一个专攻原住民族，的一个社会住宅。所以我特别增加这个最后一项哈，这个虽然已经在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可以来办理，但是如果我们考量到原住民族的特殊性，因为他为了教育、为了文化、为了语言，如果我们能够增加这么一项的话，在整个政策上会更显著。以上。好，我们主管机关有没有什么回应？好，跟众委员报告。除了第二条，其实授权主管机关哈，那其实这一条当初的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当初设立的原因，其实就是针对原住民，就是针对原住民才第二条最后一项，其实就是针对原住民了哈。那目前其实大家也都知道，例如说汐止的花东新村和三峡龙文埔，其实就是原住民出租住宅，这都经营的10-20年以上的一个的时间。所以只要地方政府愿意做，其实就现在的制度里面，其实本来就可以来做专攻原住民的社会住宅。好，那当然也可以由原民会来主导，由地方政府来主导，其实都可以。那这部分现在并没有去特别排除了，因为30%是至少嘛，那如果说你真的是100%给原住民，其实好也符合现在的法制啊。因为这个基本上都是地方政府在做，不会是原民会自己办哈。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如果我们虽然只有第二条的最后一项的话，基本上地方政府他就不会那么有强烈的意愿啊。我们必须考量到，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政府为了40%几的原住民散居在各个地方，而教育部他比如说地方政府的教育局，他要去进行语言的因为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语言都要有这个必修课嘛，如果是一个学校2-3个原住民学生，另外一个学校有2-3个学生，他在实施上是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如果能够集中起来这个语言文化的传承比较容易做，政府会比较容易做，这是给我们政府来去推行会更方便所以如果说既然因为这个第二条的最后一项是我过去4年一再强调的所以行政院既然能够把它放进去我认为这个在这一条再增加这一项会更好会更彰显这个政府的政策。
哎，请黄总。好，我想那个郑天才委员的意见我没意见，但是我这边要讲的是，我想把它改成30%，这本来就是我们上个会期的共识。那我想我看的这个资料里面，大概我们加了一个中低收入，这个把它加进去，然后再来就是那个游民跟街友有什么不同？然后我觉得为什么把游民又把它改成街友，我看不太懂。然后最后我们原来行政院的版本里面有讲到住宅租金与自购住宅贷款那些，后面这一段，部长，后面这一段其实就跟我刚才在讲第三条，我们把那个拿掉，低于市场行情的租金的拿掉，那个拿掉的时候，这个就必须要补上去，因为你就没有这个，包括租金要怎么样去衡平，怎么样让它合理的价格，所以这一段的文字就必须要上去。哦，我们前面那边拿掉了，后面这一段就必须要上去。那请说明好不好？好，我们因为立法说明里面有提到说是配合社会救助法第十七条第二项，里面就是说把那个游民称为街友，哎，这个是不是卫福部要不要说明一下？我是不太懂啊，我为什么都改这样？主席还有各位与会先进，有关社会救助法第十七条第二项，它是用游民这个名词。那不过因为街友其实在实务上，其实我们都是街友等同于游民，那所以行政院提出用街友这个名词，我们部里面是不反对。那以上报告。你们社会救助法那边有没有？目前是还没有修，还是用游民。有没有准备要改？目前是还没有要做修正。那。来，请那个吴思耀委员。其实这就是我的 concern 哈。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趋势，大家都会接受用街友的这个名词，但是依照我们卫福部社会救助法，这个在管理游民辅导相关的措施都依旧沿用，过去就游民，所以我觉得当然要责成。我觉得当然卫福部这边你们要去做这个同步的修正卫环。的招委在这，玉琴姐。那第二个，其实各个县市政府也是，其实我们来自地方议会都知道，社会局都在处理所有相关的，都是游民安置中心、游民照护中心等等。所以这整个配套，如果我们今天大家都共识把它改成街友的话，那当然就责成其他相关的整体的一体适用的这个法律相关配套跟行政作为的配套。那我个人是支持可以把它改为街友，是。那刚才卫福部他既然不反对，而且这个我们是把过去比较有歧视性的游民字眼把它改成街友的比较相对进步的用语哈，那未来也会是一个趋势的话，是不是我们在街友这部分我们可以照这样子来使用这样子？我没有特别的意见，因为我觉得我就想说为什么会忽然这样子改哈，但是后面的下面原来的原条文里面那一段，我觉得那一段蛮重要，因为我们第三条里面。我们把刚才就是低于市场行情的那几个字拿掉了，所以换句话讲，我们必须要在住宅租金以及自购住宅贷款利息补贴的等等的那个规范，应该要在这个条文，就是行政院原来的条文里面必须要在这个上面再怎么样补上去。如果这个部分不能补上去的话，我觉得可能未来在，因为我们本来是希望说在租金上面或者有怎么样的一个做法，那当时市长是把它一下子写这样子，那我就会混乱市场行情，所以必须要把这几个字补上去。所以主席先生，我知道，我在正在翻阅你刚刚讲的部分。我在念第八页，应该这个是第八页的上面的行政院原来的版本。我跟黄委员哈，这个报告一下，他现在您刚才关心的部分，我们是在第十一条里面有。第十一条。对。那所以第三项拿掉没有关系吗？对，你看一下第十一条。第十一条我还没有看到那里。对，等一下。32页，32、33页那边。所以前面刚才那第三条那几个字，就是给不给不带不去讲下黑的对啊，因为它一定有一个标准嘛哈，这个标准一定就是比市价对，然后有一个奖励的办法嘛。好，所以我们聊到十一条的时候特别注意一下哈。好，那再来就是第四条的部分，请主管那个我们内政部针对郑天长委员的修正意见，我们再表达。我们先国大委员，
好，那在游民里委员的版本里面哈，有一项哦叫做拆迁户哈。那我其实我知道这拆迁户是非常难定义的，但是可不可以哦，要再请这个内政部再来说明哈，支持或不支持的原因。那对，先这样子，哎，就再清楚的说明，因为。对对对对，因为我想说这个是社会各界哈、哦、比较注意的，那如果不是这样处理，那我们内政部的配套其实是什么，也让我们来了解哈、哦、抱歉，那个这个街友理论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你要嘛你在其他的法律有定义嘛，什么叫已经非常清楚说街友的定义是什么啊？不然在我们住宅法修法在前面的名词的定义里面也要去定义什么叫街友，不然这个一个不确定的一个概念哈、哦、啊，就写在这里啊，什么叫街友？这很奇怪的事情啊。那一定要有定义嘛，啊，不然你就要把这个街友的定义，不管在社会救助法或者是在其他法律，要把它定义清楚嘛。好，那个卫福部可不可以回应一下？就你可以、啊、你不要回应说你接不接受的概念，就是说到底接有定义，刚才其曼委员在意的，在你们的现在相关法律里面，天天在少接，所以我是接有啊，嗯，对不对？所以要有定义嘛，名词要有一些定义啊。主席，他跟各位委员报告，那其实那个有关接有的定义，其实在那个我们资料的第九页的后面的那个条文说明里面就讲，就是指经常性露宿街头、公共场所。或居无定所者，那其实在社会救助法里面，游民其实是他没有，其实这个定义就跟这个游民是一样的。以上说明，那是没有明确写出来，因为这个是，那我们现在采行的定义都是采这个这几个这样的同样的文字。就立法说明里面啊，大家可以看第九页的部分有提到这个部分。部长，我想再请教一件事哈。嘉姐，嘉伯郎姐，部长，我想再请教一件事，因为我们以前要盖这个社会住宅，都会碰到很多的，就是相关邻近的人的居民有一定程度的反弹，所以我一直在思考说，我们要不要把它写得这么清楚，然后在这边用贴标签的方式弄。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对我们整个社会住宅的推动会有帮助吗？那个，我们因为林立彩委员要发言，是不是一并好了？一并回应。我可能针对这个名称没有太大的那个，大家在一起了哈。那我是针对前面本来没有的，现在有的，比如说增加到30%，那以县市为计算范围，那我们在讲说，我们整个社会住宅如果一动起来，是不是30%？那现在以县市为基准的时候，那如果这个县市他把他们县市的扣打30%，全部社会住宅就盖到郊区去，那剩下的就盖到中心来。那所谓30%，是不是会在里面就是文字游戏把它切割掉了？那本来的社会住宅的用意是让大家都可以在一起，那这样子操作是不是会变成社会的隔离现象？就是把一些人隔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里面的规范一定要规范清楚，不然社会隔离的话，对我们整个社会住宅的整个好意，可能会大家可能要必须去思考的，这是我自己觉得说一定要去做的啦。这个部分不晓得次长有想过吗？好，我们内政部是不是整体一起回应？好，好，先是。我刚刚在讲哈、哦，因为这个街友的定义啦，这个是名词的定义嘛，所以你还是要讲清楚说这个什么叫街友嘛，不然你。游美里委员的解读跟我们行政院版后续的说明、哦、行政院的提案的这个按钮的说明皆有这个定义又不同啊，对不对啊？所以你理论上你在我们住宅法前面我才讲说，那你皆有你要定义清楚谁什么是皆有啊，不然你就在社会救助法里面的条文的规定里面你的皆有、嗯、那你条件还是要主管机关要定啊，啊，不然什么叫街友呢？我说我在保街，我就叫街友，
还是什么？这个你没有一个定义的一个清楚，不然你所谓的街友，你就后续要说明说，我街友是按照社会救助法第什么的规定啊、哦，它有哪些条件？那你把这个街友定清楚，因为这个会牵涉到说以后我们社会住宅的这个安置的这些优先的一个对象嘛。那陈委员，那如果是照行政院版的说明呢？他的说明好像是跟游民的定义是一致的。那个齐满委员，你看一下。好，那赖荣委员，我就先提一下了，一个刚顺着立场委员那个提的哈，就是说如果像比如像一个直辖市的范围是很大的了哈，那会不会有造成刚刚像讲的，如果把那个比例30%比例，他把大量的放在比较偏远哦，比如说市中心的哈，那他因为高价值高嘛哈，那他把它放到比较偏远哦，纳马夏啦或者是六龟那边去哈，然后这个会产生这样的，所以这个也是跟立场委员大家关心的一样，这大家也请部长或次长说明。那另外一个是，其实也顺着那个齐茂员提到，其实这里面在第19条跟第23、24条都有提到，租屋服务事业这件事情了哈。那这个要不要考虑把它给在定义上做一个明确的规定？因为在三个条文上都有谈到租屋服务事业，要不要更具体的去定位它的角色？好，以上两点，好，谢谢。好的，第一个街友当然是在行政院内部沟通的时候，其实才把从游民改成街友。那到时候其实大家都遵照卫福部的一个指示啊。如果卫福，我们原则上当然我们一种是住宅法先动，那后来其他的相关法再跟着改。我觉得我们都尊重卫福部。那如果说我们要等卫福部把其他的法先改完，我们再改，那我们原则上都尊重了哈，因为其实它的定义就是我们原来定义的游民是一模一样的哈。那另外关于刚刚提到有关拆迁户吼，或者是政委员提到要把都市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再特别纳进来吼，但这里面第一个当然拆迁户其实有贫有富啦，哦，因为还有房子被拆，背后不一定是弱啦吼。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我跟各位委员报告是说，其实民国100年通过住宅法的第一个版本的时候，这12个所谓的弱势的已经是经历过非常多的协商，才背后是一个相对稳定的一个变的一个结果。今天如果增加一个任何一个，其实都可能还有其他的想要加进来，例如说单亲、哦、所以说它会是一个没完没了。但是其实我们都知道，其实我们社会住宅的数量相对都很有限、啊哦、越多的摆进来，它在分配上面反而稀释了大家、哦、所以说才会定了第12款的时候、哦、第12款是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保持一定的弹性哦、不管是拆迁户，真的弱势的拆迁户，或者是要强化都市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其实都是用12款来做一个概括性的一个中整、哦、这也是我们当初我们在定的时候，我们其实不敢去动这12款、哦、我们在修的时候我们也不敢去动、哦、因为这个动起来真的会很多个不同的变数就会跑进来。哦，跟委员报告。还有刚刚提到说盖通通盖在偏远的地方。对，那30%的这个部分，我们会有我们其实有同意一个修订修正，是说未来每个县市每年要呈报它这个30%它的分布状况给中央政府，那我们去掌控它有没有做一些过度不当的一个分配，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指导和一些要求。其实我比较期待不是未来去检视，是在订当中就已经定标准了，就是说你整个社会住宅这个区就是30%给弱势族群，而不是等到都盖好了再去检视那边盖木雕吗？嘛不可能嘛，已经把你盖在郊区了，你跟他说不行吗？就已经做了，我觉得还没做之前做一些提醒跟一些引导，去做到我们中央符合要的，这才是我们要的，而不是。对啊，对啊，就是你要整个去订好，就是要去那边，那就盖在那边，只是你比例上一定要有啊。来个郑天才委员，有关这个，我修正动议的部分哈，有关庄公原住民族的社会住宅哈，也事实上在上一届我提的条文是不是只有社会住宅，还包括合宜住宅，售屋不售地的。如果有买得起房子的就可以买。那当初在协商的时候，这个我们这个陈其迈当时的赵伟，我们类似像原住民庄公原住民的社会住宅，我当初是有庄公原住民的社会住宅，
另外就是如果买得起的也就有售屋不售地的，主要是都考量到教育文化的传承，语言文化的传承，还有方便办理这个原住民族教育啊各方面，所以那当初考量到说，哎，不要卖地了，不要卖房子了，那后来就没有朝这个方向啊，所以今天我在提这个专攻原住民族的社会住宅，这个也是在呼应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六条。原住民族基本法第十六条是这样定，政府应策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辅导原住民建过或租用住宅。如果我们现在在，我过去一直在批评这个住宅法，是因为完全没有原住民的的部分，只有就是那个三个字原住民就现在那个点完全没有去呼应原住民族基本法要策定原住民族的住宅政策。所以如果我们现在如果不支持今天所提的这个修正动议的话，就等于是忽视了这个原住民族基本法说政府要策定原住民族住宅政策，这个就是原住民族住宅政策的一个方向，而且它是为了教育的提升，为了文化语言的传承。以上。好，那个我们先讨论到这个阶段一下下哈，因为刚刚其实郑天才委员的修正版本里面，他的意见大家听得很清楚啊。那主管机关当然是说，第二条的最后面其实已经就把这个精神跟方法都写进去，当然也包括了第四条的这个这一项的最后一款，其他经主管机关认定者已经完全包含在内了哈。那但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意见现在是这样在进行中。那还有包括林立常委员跟赖瑞任委员一直很关心的，有关于到底要怎么样让他更那个详尽的这个避免通通盖在郊区，还有陈清迈委员对于街友定义的在意等等哈。那个，请说。我是不是再补充一下意见啊？那个第四条那个30%那个我还是有疑虑的哈。虽然行政部门解释过了哈，因为你在这一个比较都会区的这个部分哈，我们是像以高雄而言，因为它幅员非常辽阔嘛，有一些像纳马夏、美浓啊，或者是内门山林啊，那你社会住宅只要安置这些中低收入户或者特殊境遇的家庭，你都把它全部都把它迁到山林乡那比例很高。在市中心，譬如说这个赵委员的选区、新兴区、前进区，那这个真的需要是这些中低收入要安置的这个部分，那它反而这个量减少，那我们真的会这样会有一些城乡分布差距的一些问题啦，所以其实我对这个是还是很保留啦，就30%这个部分这个是不是在行政部门是不是能够提供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些说明就说是不是在这里授权订一个行政命令那这个行政命令里面你必须规范到说，不你记者嘛讲。这栋譬如说你这个大安区或者是哪一区那你至少你能够稍微减少一些或增加一些理论上来讲，你应该在市中心里头都会区里头盖更多让这些中低收入的人去安置这些，不是把这些人把他赶到这个比较远的地区嘛？理论上是这样才能够满足实务上在我们现在人口分布的一些需求嘛？理论上应该是要这样嘛？你反而应该是在都会区，你应该有更多的这些安置这些经济弱势这些人所以我们的出发点，假如是这样的话，那我建议是说，不然你就在第四条里面有一个比例的一个规定，你至少每一栋或者是在这个怎么样去做一些调整，不然这个授权的命令假如我们在这里有一个授权行政部门的规定的话。那这个我们也要有一个稍微有一些把我们的一些关心的部分在方向上在立法的方向上我们做一些指示，这样会比较合理。比如说25到多少25到35，那你也不能说每一栋的比例你地太小给比如说 Kitty 三林乡70%90%都是有中低收入户你市中心你只有给他 5%， 那这样不合理嘛？所以我们是真的是关心到说这些中低收入户的这个部分了。好，
那个是不是赖瑞文委员讲完哈？吴世耀委员再讲完，大家尽量简短，然后休息一下。好，我们大家再讨论。我不知道这个社会住宅其实有一大的一个目的，也是对于经济个人弱势啦哈这一块的照顾。那如果依刚这个次长讲的这个，其实主管机关是地方政府在执行啦，包括民间也可以做。那期待他们在这个佛心来着哈，这个去做，其实事后再来做一个指导，我觉得这个有很高的风险啊。所以，或者我比较倾向评估看看哈，是不是比如说，如果不要把范围放得那么大，因为你放到一个整个直辖市这么大的一个范围，或县这么大一个范围，它有可能就很多操作的空间。哦，我就想办法把哦市中心的，我想办法就是想办法来这个，然后偏远的部分放给这个社，满足你30%的目标就达到了。所以说，能不能用比如说区或者乡镇市为一个界定的范围？那这样的话，你就跑不太开了。比如说，如果你在苓雅区，哈，像赵天麟委员选区，苓雅区你要盖下去，你要弄下去，你就必须30%被界定，你就没有办法去操作空间，把其他的额度，哦，放到偏远的山区去补满那个额度。这样也许是一个方法啦，不知道部长跟次长可以思考看看。好，好，那吴思耀委员。好，谢谢主席哈。其实这个条文乍看之下30%，大家当然都知道这是我们长期一个努力的目标，我们要跟上国际，我们的这个住宅存量哈。但是就是说，如果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啊，刚刚几位前辈委员像齐迈委员提出来的，但如果说我们在这里头又再把30再去分多少比例，你换个角度想，又是另外一个政策的导引，让他再把公宅里头再被分类化，再被标签化，我会担心这样。而各个地方的面对的是不一样的，譬如说在台北市，我的选区首都来讲，我们一直想做这个 TOD 的，也就是说它是沿着交通捷运旁边来鼓励优先新建公宅，而这就不管它的幅员多远，像我的选区北投很远，但因为它有捷运 TOD 的这个导向，所以我们可以被鼓励建在这相对距离看起来比较边陲，但事实上它是跟公宅的需求是可以达到的。所以每一个选区不能讲每一个区域县市城乡，它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要在这个条文里头，第四条里头，要再去细致把它的30%再去区分多少比例，我是持比较保留态度，但是我同意某种做法是，你可能在条文里头加注一个行政的作为，像刚次长有讲，内政部会负责主要的调派的这个工作，但是这个调派的机制在哪里？你是每年召开住宅会议吗？你是有什么样子的行政作为吗？你可能弄一个这个副这个执法或者是什么行政规范在后面，而你们可以动用各种你的政策工具。如果县市政府他都在偏远地方，那我可以释出的土地，中央来 support 你的政策工具可以做很多。我会优先提供你可能比较蛋黄区的，或者是边陲区，你过分的去分散的话，那你也有你可以对付的这种方式。所以我同意可以定一个其他的行政作为的这个法律的授权，这是我的看法。但我觉得要在这里头再把比例再分多少，要在精华区哪些，在边陲区的这个。我觉得这个姿势体大，是这我的建议。委员讲完以后，我们休息10分钟。这个问题哈，其实必须针对不同的地方来做思考。好，比如说刚才戴瑞龙委员提的是，他担心以高雄市为整个幅员的话，那集中在部分的这个偏远地区。那以我们嘉义市，我们嘉义市没有偏远地区，我们的一堆啊俩哈，所以没有这个问题。那但是如果我们在这里做一个规范说，说那还要去分区的话，会造成一个现象，就是这30%盖不成了，这30%一定都盖不成了。好，因为共丢我的哪里反对嘛，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认为说，有关30%的部分，这个是我们的政策目标。好，那有没有必要在条文里面讨论到那么细致？这个真的要思考这个问题了，否则会变成说，我们原来的利益是要保障这30%的弱势族群，就变成我们要的这个30%连盖都盖不成，这个问题就来了。那现在必须去思考的是说，如果这些是由地方单位、地方机关主导的话，那我们的中央主管机关它有什么样的机制，在你要盖之前，我事先就可以审核说有没有办法做分配，有没有办法做适当的处理，这个才是真正的重点。好，因为我的了解是，如果地方要盖社会住宅，他其实还是要先报到你们这边来处理嘛。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来做处理，而不是在条文里面做处理，这样才有办法彻底的解决问题。好，这样子休息前我帮大家厘清一下一个观念齁。我们这边提的 30%， 大家一直在想说可能是社会住宅这件事情。其实整件社会住宅是一个概念，只是你盖完你新办的时候要有 30% 留给弱势，这样我帮大家厘清一下。我怕大家讲到后来好像变成说怕社会住宅都盖在郊区，那是可能的，但是那是一个议题。但这一条主要是在讲的是你盖的社会住宅，不管你是盖在郊区市中心区，你要留30%给弱势。因为我怕大家聊一聊会聊到忘记这一条在讲什么了哈，就是说哈，哎，大家疑虑的不是说都盖在郊区，是它是以一个县市的平均值，所以假设我在市中心也盖，我在郊区也盖，结果我把大部分的这一个保留在郊区，我还是达到我的平均值了，是但是却相反的是把市中心的没有保留给弱势，对，这样是对了，是这个意思，这样是没有错，对，这样是确实是大家疑虑的点啊，只是我的提醒是说。这是社会住宅是一个整体概念，那里面要留一个比例弱势。那刚刚那个问题怎么解决？我们休息十分钟，好不好？主管，就让你换你们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好，谢谢。
那休息时间已经到了哈，那请各位就坐，我们继续审查哈。主席，我能讲话吗？爱卿，好，主席，我刚才在休息的时候，把那个财团法人创世社会福利基金会，他把这个街友怎么定义，我在这里念给大家听一下哈。他说，根据县市政府原民辅导办法，把街友的定义为大致是流落街头、孤苦无依且查无身份而必须收容辅导者，这是第一个哈。第二个，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身心障碍而游荡，需要人家照顾的，于街头或公共场所欺诉行乞者。那如果把这个街友放进去的话，例如第二项，他的疑似罹患精神疾病、身心障碍而游荡，需要人照顾者，我们妥不妥当把他放到这个我们的什么社会住宅里面，还是应该要把它放到医院里面？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所以我们随便写一个街友，我干嘛楼上都好呢？因为我想我们今天要盖社会住宅的目的，就是想解决一些，就是也可以说是经济上比较弱势的，我们希望我们的社会住宅不被贴标签。但是我们如果用这个方式来弄的话，那肯定了哈，那个盖的过程当中，跟我们选定地点的过程当中，或者未来要去选的那个当中，一定会产生一定程度的一些困难跟一些障碍在那里。所以我们这几个字是不是应该要更周延，或者是应该要更没有被贴标签，或者是让社会各界能够更接受？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们今天在这里定这些要努力的目标。我们也不一定说一定要把这十二项一定要怎么样写，我觉得是不是我们再用心一点点来把它弄得更完整。 OK， 那我们请朱长娟回复前，我把争点整理一下了哈。街友到底定义是怎么样，待会再我们再次确认一下。不过我想现行法已经有游民了，所以改成街友其实无非也就是让他更去歧视化了齁。然后再来就是那 30% 的疑虑齁，那以及原住民到底要不要专列一项的这一等等的争点，是不是请我们内政部这边整体回应一下。好，谢谢。刚刚委员们所共同关心的一个30%的那一个议题哦，那个在公共政策上叫做热点的顾虑哈 ，hot spot， 就是说我虽然规定30%，但你可能全部把我集中到某个地方，好，那我给你这么大的区域，那害怕它集中在某个地方去满足这个30%，那这样子的一个顾虑，当然这个是确实是有道理的。那但是我们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顾虑，并不是再来把它切割成100份，让每一份再放多少%，那这样就失去了它原来调整的那一个弹性啊。所以刚才几个委员已经开始导向一个方式啊，那个方式包括我们政治刚才也有提到，那就是我们其实是中央对于这样子的30%分布的这一个执行，也责无旁贷的要去了解它是怎么样在发展哦，那也要做调整啊。那如果发展的方式过度的偏离、过度的集中，那是事实上必须介入的啊。那从地方实际报上来的整个社会住宅的计划的时候，那也要审查到这一个部分啊。所以第五条对计划的部分已经可以涵盖这个部分，第六条它在进一步的再去审议的时候，也会对运行的状况也会有所了解哦。那所以这个方面呢，我是觉得说可能刚才几位委员讨论到最后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中央应该在这个部分有一个调节的机制啊，了解那掌控的机制，那确保说30%它背后的美意能够真正的实现。那恐怕比较不宜在里面再把它规定的过度详细，因为那会使得整个制度是没有办法运行的。那我想第五条、第六条，我们到那个内容的时候看看是不是可行，那里面再怎么样在文字上再加强，让他这个顾虑能够满足，那也是我们可以再努力的方向。好，这是有关
30%这个部分，刚才讨论的一些啊，我们看到的一些方向。那另外就是都市原住民的部分哈、啊，那这个确实是也是我们希望能够成全的部分。那好多这一类的问题，我们都支持，只是说它适不适合在原来的分类之下，它原来已经有12类的分类。那我们特别在原住民的这个部分又单独又写出一个部分，那这个当然会产生出那个立法体力的关系，但是我们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需求，原民的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我们认为是应该要去促成的。那尤其是有很多不同的县市，有些县市甚至于更值得这样子去推动这方面的。那只是说为了满足这样子的需求，我们想办法看怎么样去实现，但是未必说唯一的方法就是在里面再明白去针对原住民的再去写这样的条文，那也怕引起太多的比对效果，那就变成说好像12类的又变成都要特别再去规定。所以方向上我们是觉得说要支持那个需求啊，但是需要上看怎么做，我们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跟委员们来讨教，那能够让它也能够实现哦。这是以上两个部分的回应，那看。我能不能再借一分钟哈？其实当然部长不希望把原民的这个部分另外抽出来弄，但是我举一个例子，可能赵天理委员也知道，我们高雄前几天我协调一个部落，他们被高雄市政府要拆，然后那个叫什么名字？我因为在前镇小港那边，我比较，但是他们原住民，我不能讲他们，我们原住民哈。我们原住民的那些朋友，他们很重视一件事，就是他们在整个传统文化跟生活作息，他们喜欢聚落。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做那个大爱村的时候，我不晓得赵天理委还记得吗？一开始的时候，他们要把他几个不一样的群组要把它放在一起，其实他们有一点意见，因为他们各个群组的好像文化啦、传统，他们很担心被打散了以后，未来在这个传统文化上的传承。所以后来我们在，应该是屏东吧，后来就有一些把它做一些集中的一些处理的方式。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该怎么样写，或者是我们在新建的过程当中，怎么样在这个说明栏把它弄清楚，或许我们可以不用在这个条文里面做，可是在说明栏把它弄清楚，我觉得可能会对原住民族他们的文化传承会比较有帮助。好，陈昌明委员。我觉得这个话变得很好笑，因为我现在属于经济跟社会弱势身份者。因为你只下列规定之一，65岁以上的老人，那我快要65岁了，你跟我讲啊，我可以不可以申请？我改工就发的点哈，我确实在这个地方好好讨论，不要把好的坏的全部夹杂在里面。那在第四项里面，安置教养机构或寄养家庭结束无法安置者，这又如何解释？那在教养机构里面，你把它安置在那边，就是没有人照顾啊。所以你不要把它社会权利无限的扩大，把集中大楼来的。变得非常复杂，那表示我65岁，每一个人都可以申请，我属于社会弱势的。你看这个条文啊，啊，你不要那改管，那找我一封行政，很快就到了。很多人好好的研究一下这个条款，真的。处长，你不想接打找我睡65岁啦？这里面很多人靠近65岁啦。阿伟了，啊，你阿伟了，我是你个少年啦，啊，我阿你个你点点，你就知影了。啊，吴玉清委员。对不起，那国家首员先，对不起。首先哦，针对原民的部分呢，我要先说，其实我非常理解哦，也支持那个郑天才委员他原始的初衷哈、哦。不过也同样的哈、哦，就是说，郑天才委员或是我哈、哦，或是我们所有的人。在座所有的人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就是尤其是都会区的原住民族的住宅，我们的确面临一个困境。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也非常担心会被标签化。在那个标签化的前提是说，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进步，成长到不再歧视原民，
因为这个社会还没有进步到那个阶段，所以都会区的原民的住宅经常会接受到歧视的眼光跟惩罚。啊，这个情况是有发生过，是我亲身经历。例如在桃园，光是有原住民族说要在某一个区成立原住民族学校，就遭到当地的里长反对，要求你不要盖在这里。在另外一个直辖市，那有另外一个部落的居民，这个被现在的法律定义成是违建，他要居住到另外一边。结果当地的地方政府说，好，那我选来这一区，某某区，并且在这一区呢，为了取得原住民族的信任跟同意，我来搭建一个图腾柱，一个入口意向，被当地的里长反对。所以我们现在在都会区要建立住宅，的确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可是我完全理解哦，就郑建材委员，包括我们自己的亲人，我们都在都会有遇到住宅的问题。我们希望法律可以建立制度，所以在这个地方要不要放进来，我们希望内政部可以有更多的说明，甚至去研究或评估，在都市里面，包括第一个就是法条要不要放进来，第二个有没有可能哦，也建请这个内政部针对都市里面原民的社区，他可能各式各样遇到的这种优缺点哦，也进行这个研究甚至分析哈、哦，也提供给我们未来在督促相关的机关来建这个社会住宅的时候更多的参考。作为我们政策推动跟理论推动的基础，因为在都市里面的原民集合性的住宅，我们的确遇到非常多的歧视的声音，但这个就是我们最不乐见的。但我们又同时要解决住宅问题的，我们认为说内政部或许也可以协助来处理这个问题。我或许没有直接回答说这个法条到底要如何列或如何修，可是这是一个问题。好，请吴怡晴委员。不好意思，我对于刚陈超明委员提到65岁的老人哈，事实上65岁老人在居住上面有钱你也不一定租得到了哈，这个是一个我们目前在都会里面都市在对老人是非常歧视的，好，就是他会怕老人家在租屋的过程中有什么病痛啊，或是疾病，或是失能的状态，房东通常听到老人就不租了哈，所以为什么会把它列为我们社会住宅的一个对象，这是有原因的。那后面其实会针对的是有一定所得而且无住宅的人来做规范，所以社会住宅的补助里面它会有限定的哈，例如有钱哈，那当然就不会是我们补贴的，在我们这个。二十五条的部分，对于社会住宅承租人是个人的时候，他是没有这个住宅，没有住宅，还有一定所得以下，然后所以我想这个部分，那陈昌明委员就不能租了。对，因为他有住宅哈，所以这地方就是要厘清，就是说为什么要把它框进来，是真的他有这个居住弱势的一个情况。好，那对于原住民的部分，因为其实在第9款就有原住民的这个对象啊，那我觉得我知道各原民的这个委员都会回应的是希望回应的是原基法那一块啊，那原基法那一块，我建议待会在第5条应该好好来谈，因为第5条的第一项在谈的是一个整个住宅政策，那住宅政策的部分是不是要把原住民的住宅政策也一并在那边做一个比较整体的回应，原基法的对原住民的住宅需求，哦，可不可以这样子考虑？好，我试着整理看看好不好？就因为这一条讨论的蛮久，可是这条确实很重要哈。那有关于原住民族在希望能够住在一起的这件需求上，因为在立法体例上，主管机关看起来都会很希望照他原来的版本。但是我们很多的委员又有特别提起希望能够彰显那个价值，那黄昭松委员跟很多委员都有提到说，不管是立法说明还是附带决议，我们一定要在我们立法的过程中把它写进去，彰显说现在的政策工具纵使你们说可以达到，但我们立法者要特别强调其重要性跟特殊性，是不是请着手写看看好不好？就是说我们在审查的过程中也跟每一位原民委员特别提案的郑天才委员等等的，我们磋商看看是不是可以用这样子。这条先保留让原民你用麦克风好吗？还是对您好阿拜啦，对您好，为了无来紧到回那镜头。因为哈、啊，如果列进去当然最好啊。刚才古拉委员特别提到，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没有定的话，
会更难推行的。那你现在把它定进去，啊，反而是彰显，而且能够不但呼应了延基法十六条，而且还不是只有十六条，还有二十八条啊，二十八条延基法二十八条还提到都会区的安基的部分，啊，所以这个部分在地方政府在执行上是会啊会更好啊。那个郑委员，如果你把这一条纳进去啊，你就刚刚问到那五十二条那边，他有一定的财产，有一定的什么东西，原住民也有一定的财产，所以列在这里面不一定有效。像我六十五岁的话，我就不一定有效。你这没有在那服务条件里没有效。我在。没了，我是个建议啦，个性我好，不是讲安尼，我原住民的生命就可以了。他后面还有附带的条件啊。那个在二十五条那边有另外规定的，有关相关的这些经济状况的问题。嗯，我没有意见哦，你卖好后边条件去设限到。其实部长，其实那个郑天才委员这样的立法跟我们，就是他只把那几个文字加进去而已，我觉得是 OK 的，欸，这个一点问题都没有。因为我不太同意古拉斯委员刚刚讲说我们现在的社会还对原民有歧视，我大概不太同意。因为以我左营来讲，我们左营的人口比例来讲，大概有五分之一是原民，五分之一是眷村的，就是这，然后五分之一是大概都刚刚好，都五分之一五分之一。那我们在学校的教育里面，大概都是 OK 的。然后我们有大概有一个区块，那边都是原住民。我真的我觉得呢，我们都对他们非常的尊重，没有歧视，包括我家隔壁那边，所以。郭老师委员的意思不是那样啦，就是你不用曲解，他的意思是说，哦，那我曲解他的意思，我就跟他道歉。但是我觉得啦，哈，就是郑天才委员写的这个东西歧视是 OK 的，因为包括我们最近高雄在处理那个案子，你说要帮他打算，所以我的意思是说，赶快回到那个议题讨论会比较好。他不愿意好打算，那大家都觉得那个放进去没有什么太大问题。没关系，我们让郭老师委员也有被点到名，你简单回应一下好了。好啦，那个委员是哈，没有，其实我讲的那个案例就在高雄，所以其实是有这个情况啦。不过我刚才的意思其实是说，希望那个内政部可以提出更多的，更就是研究，就是说你到底要放或不放，我觉得要更基本上我们本来精神就一定支持的，所以如果放进去的话，基本上如果没有办法，不会影响到法律的运行，好，那是不是请内政部积极回应一下？对，如果我想刚才的讨论哈，对于我们认为原住民的需求啊，在这方面特殊的这个状况，我们是认同的啊，而且我认为说那样子的发展是好的。我们所有在考虑这些，都只是在法律的体力以及法律的顺畅性的角度来看。那刚刚吴怡群委员有提到，其实整个方向上怎么样把原住民的精神纳进去，还包括了其实第五条了那整个住宅的计划。所以各位如果有看到啊，卡路伊用的这个版本的话，那里面就会特别提，里面就有第五条就有提到住宅负担能力以及原住民族文化需求等。那样子的方向就是可以让对原住民特殊的需求就放进去。那但是我们也要回应啊，回应大家刚才讨论到这里，假设在这一条里面放进去这一类的规定，那单纯针对原住民。啊，而且大家也能够那个，我们其实也是会尽量来啊，尽量来尊重，来配合哦。但是方向上可能并不是说十二个类型的每一个类型都在这样子规定一次哦。我想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如果讨论往这个方向走的话，那基本上应该是可以乐观其成的，好吗？哦，这个哈，哦，不好意思，部长，这就是为什么当初会觉得说你只把原住民当作那十二类型的一环，而没有去强调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特殊性、它的集体性、它的特别的需求。所以为什么我在第三条的时候特别就是要加进原住民族社会住宅，它也提供了有一个，就是它也是依照有意愿可以纠团的方式去放进去。然后呢，原住民的这个社会住宅需求必须被彰显的原因，就是我之前也在处理一个个案，他在快乐山，可是呢地方政府他坚持不肯针对原住民族，因为他要被拆迁，现在已经有六个人被提告了。那
他没有办法，他坚持不肯，就是要去为原住民族去去拟定一个计划，就是他的这个居住权的这相关的计划。如果我们没有特别的针对原住民他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的需要去兴办，或者是去提供这样的一个社会住宅，我觉得地方政府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啊。那不要只是把原住民当作那十二分类的其中一类，而是说你要去强调，就是原住民的这个族群主流化的概念，把它放进来。好，谢谢。那个主席啊，我是建议这样的哈，因为我们现在讨论到第四条嘛，啊，第四条就按照这个郑天才委员的修正的一个意见呐，哦，因为其实地方以高雄市政府来讲，对于原住民族不管是文化啊，或者是包括他居住权那个保障都非常重视啦，所以这以后你包括在做这个原住民族的这个社会住宅，都还是以地方政府为主办的机关嘛。哦，那至于说经费中央要补助或什么，那是原民会跟这个未来或者是我们内政部的这个中央政策的一些需求嘛。哦，所以为了让整个事权统一嘛，因为地方政府一本来就原民会一本来就做这代志，地方就拢在处理啊嘛。这个其实我们中央主管机关作为这个在政策监施行或者是监督的这个部分，我们应该是要授权给地方政府去做啦。所以我是比较建议说，就以这个郑天才委员第四条的这个规定，哦，在特别的把原住民族的这个社会住宅做一个体力上的一个规定，这样可能也解决中央地方跟各权责部会之间的一个分工的一些问题啦，这样是最简单的。那如果说要照齐迈委员这样的那个意见的话，主管机关要不要限定是地方主管机关？因为我们第四条的主管机关是应该有包括中央跟地方主管机关。那执行上本来就他们，自然的，很自然的，因为那个中央也有可以做。没有错，地方如果中央如果要做的话，有主管机关就写这样就好了。对，因为你刚刚的意见是地方政府了，所以我就提醒说，哎，对。好，我整理一下了哈，蛮多委员其实蛮支持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的保留的特殊性跟集体性，我们都听到了哈。那主管机关是不是可以接纳？然后还是说你们一定要在第五条或其他地方处理？你们可不可以再讨论再提一下？今天不一定要有结论哦，你知道吗？充分讨论，我们也可以保留啊，你知道吗？哈，大家不要有太大压力哈，你就请主管机关，因为我们刚刚很多意见都倾向支持嘛，对不对？那你们的看法怎么样？没有主管机关就可以了，因为现在本来就有中央地方了。嘿，没有，他是说中央有原民会，地方有。没有啦，没有，他没有的意思，他意思说内政部也可以处理的意思啊。因为本来那个第二条后面就是原民会自己就可以弄了嘛。刚刚的意思就是说，内政部跟地方政府都也要可以弄的意思，而且是要专门为原住民弄这样就对了。有关原住民这个部分，那个还是要保留，还是要怎么样？温喜人是可以支持啦，可以支持。那你们讲一下啊，你们讲一下。我们如果这个方向哈，我看大家其实对原民的这种需求都蛮支持的。那刚才我们一直在顾虑那个立法体力，我们的唯一顾虑就是说，如果原民这边有这样的条文，那其他项目其实不必特别再加这样子。那这一点如果能够得到大家同意的话。哦，我们在往这个方向上来支持，好吗？哦，那这个文字你们要不要再重新看一次？郑天才人的修正等人的修正动议。但是我讲的前面你一定受限，一样的是国民，一样的是人民，一定没有支持这样子的，有没有？你们要不要再看？所以你们要考虑一下。因为不是原住民，他本身就有这样的条件。那这种在第二条里面就把中央也把原民会也涵盖进来。
有包括了原住民原住民主管机关，原住民主管机关，原住民主管，不会了，不会推给你们的了，因为已经有第二条、第四、最后一项，这没有问题。没有啊，你这样写进去，基本上就是主管机关，就是包括内政部跟地方政府。对，没有错。但是现在他们的分工就是在原住民的部分，就是原民会啊。因为有第二条的最后一项，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对，因为加了那个资料就很明显了。哎，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嘛，可以办的嘛。对，没有第二条的最后一项是指原民会可以这样做，不一样嘛。那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第四条再下来的话，主管机关是内政部跟地方政府。原民会加在第二条，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加在第二条，再加一把政委员的，再加在第二条。第二条的最后一项。Okay. 那就是跟上一项会衔接，就不会到第四条是内政部是主重要主管。对啊，对啊。那如果在第二条，放在第二条的下面，那就是衔接上一项，各目的事业主管机关。可是这样就是变成还是原民会，对不对？还是原民会，他也同意是原民会，因为这样比较能够增加。好啊，那你们要不要呢？来，我整理一下刚刚的讨论了哈。基本上呢，我们那个主管机关也认为这样是好的，但是他建议放在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原因是因为原住民就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是原民会嘛，那原民会最能够了解啊那个需求，而不会让内政部各地方政府自己啊弄，或者是变成是又失衡掉他们一直很在意的那十二项，所以呢，是不是我们要凸显这意义，就放在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增加那样的文字？但是文字要再顺一次，因为就是要让它明确的是目的事业主管机关的部分。好，那么现在提会比较好，对。我保留了这条。好，好。确定那个方向了，然后先保留，然后下一次的时候再来把它。对，我来，我整理一下哈。第二条我们本来就保留，但是保留的那些项目已经蛮集中在刚才有几个争点，但是我们有一项其实是大家有共识的，就是把原住民族的郑天才委员、国家委员等，然后包括那个一路委员提的这个精神的方向高入，对不起。高委员的方向，对不起，好，那这个就是一定要放在第二条的最后一项啊，文字再顺，下次提出，这样好不好？好，那这样第四条的部分，第四条包括接友的部分，我希望我们能够更谨慎，因为刚才我已经把那个接友的定义都列。不是黄委员，你那个原本的版本就有游民了，你知道吗？游民跟接友，我觉得我们现在就是已经去歧视化，给他一个更与时俱进的名称了，你知道吗？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接友的定义，可是难道你要把接友或游民拿掉吗？不是说把接友游民拿掉，你看，我觉得都，要不然就换回游民，就完全不会有，就跟着其他条文要再改的时候一起改就好了。有其他对，因为有余力的话，我觉得还是回到我们社会救助法里面的游民的用词，对，因为这样子法律一致。那如果真的有需要改，我们还要回到社会救助法。好，因为游民的议题。好，那我们尊重大家的共同看法。我们第四条哈，我们的这个有关于接友的部分改回原条文的游民。好，那其他我们就是通过好吗？我们那个30%还没有规定出来吗？对，那个是刚有提到第五条、第六条会去处理到，刚才大家关心说怎么去避免说它盖在郊区啊等等那些部分这样子。好，那通过哈。第四没有，等一下，第四条你是说把那个郑天才委员的那个在第二条后面放在第二条，对。然后接着就是改回来游民哈。那30%县市政府，我们在第五条、第六条里面来把它用文字。所以你第四条要先让它过吗？还是要？对啊，对啊。先保留了，先保留，最后再来处理啦。没有，第四条，因为刚讨论好久了，我觉得，因为大家的意见其实都已经融合在中的，好了，因为这个其实今天审很多这一条很重要，我们也让内政委员会间大家的有点贡献的。可是你委员会对弱势的重视，真的。可是你没有、哦、你这个通过后面没有达到效果，你通过的东西可以再反悔吗？
没有第五条、第六条，我跟你保证，他们那些附案都准备好了。因为我的目标很简单，就是社会住宅，真的社会住宅要有社会住宅的核心价值在里面，不是后面修到全面修改完了，后面修就没有、这个。你不用担心，因为第五条、第六条嘛就到，而且你的意见其实每一个人都，你们刚刚发现休息之前的讨论，大家都很在意这个看法，好不好？那我们第四条就先通过，我们赶快进入第五条大家关心的讨论哈。好，游美女委员第四条附带决议，我们今天先不讨论，请你们回去研究一下，下次再来讨论好吗？好，爱请帮我们记录一下。好，第五条，第五条，请，对我们有时代力量的修正动议了哈。那是不是主管机关请一并说明？因为刚才其实第四条很多的讨论，你们刚说的第五条都会呈现嘛哈？你们是不是提一下你们的怎么呈现的那个主张？刚才的那个时代力量的这里面有少部分的文字修正，住宅负担能力及原住民族需求这些文字，那刚才有那个之后，这个还需不需要？那其实是我们会支持的，部长说是第二条嘛，如果是说不是第五条，对，第五条的那个刚才有了。你说刚才有，那还是要，因为它还是依照原基法第十六条嘛，政府应测定这个原住民住宅的这样。所以如果第五条我们采纳啊、那个高路用的这个文字哈、这个我们是可以认同的啊、那个呢？刚才那个立场委员大家关心的那个。怎么样？就是说，刚才包括很多的委员都关心，哎，请啊是。这里面主要是在第五条的看一二第三项哈，它就是直辖市、县市政府主管机关的住宅计划等等要报核，还有它的住宅计划跟财务计划要报核。那这个计划里面，它每一个案子申请它。第一个，他先报内政部，每个年度哦，他也要针对他的年度计划来报内政部。那我们就透过这个年度计划和个案计划，就可以去了解他在弱势居住的分配的状况，到有什么样状况。这是第一个哈、我们会从这个住宅计划的核备的这个部分来做。第一个，这是他我们可以第一个掌握的讯息。那另外在第五条，我们会同意哈、会。加入再加一项就是说新办我们这边有我们自己有提一个修正呢、就是说新办这社会现在有新办这社会住宅就第一项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每年将经济或社会弱势入住比例申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这是第一个我们要他们要每年要针对这个弱势比例申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这是在第五条这边的一个加强的一个机制，那后头还有后头是在哪一个条文 ？OK， 主管机关的咨询哦，对，在第六条哈，第六条是成立住宅咨询审议会的，我们也会来审议他们的计划。所以说，他们如果这个不符合规定的话，他其实那个计划就没有办法。通过那我们这里面会有针对，因为有土地的补贴、融资利率的补贴、还有包租代管的补贴，其实都必须要经过我们住宅计划核备之后，我们才会往下补贴下去。所以我们最后掌控的是补贴的那个工具，可以去要求地方政府、一定要符合这个空间的分配。市长，我其实比较单纯啦，因为我觉得说方向就明确。跟地方政府说，我们中央已经知道说这个就是要这样定，你不能给我偷鸡摸鬼说哦、这个就是定完这个 30% 的整个范围，因为你现在是写县市政府整个范围嘛。那我觉得说社会住宅，这地方政府待过地方政府的都知道很多眉眉嘎嘎啦。可是既然知道很多眉眉嘎嘎，累加先定好事，就是你可能很多东西你要不管百分比你们做主啦，反正你们喊三十就是三十嘛，不能说哎、可不可以做得到，还是拎回来。那我坚持的是说，社会住宅真正要有社会住宅的精神，
定定在这边，不要等到年度报备而已。那报备完，伊拉无法多做稿，那我们在这边也没办法看得很明确，真的逐条去检视。那您那边有办法去明确吗？还是等到记者报出来之后才去发现？慢慢查，过了三年之后，这个社会住宅的精神是符合我们现在的社会住宅定定的吗？哎，请。我想是这样哈，不管是事后备查、年度备查，乃至于财务补贴了哈，这些都是比较属于消极的。那立场委员他一直比较希望的是一个积极的了哈。那积极的作为的部分，我觉得是否可以考虑啊？我们不要采这个事后的这一个动作，我们采，比如说我们在母法，我也不赞成母法太过琐碎啊，也不赞成说母法规范的太细太死，可不可以再说明栏？比如说啊。他在应该要提交的计划里面，必须要有合理的区位分布的比例，什么什么什么这一类的东西，用说明栏的方式。那这样子，你不管在组审查委员会的时候，什么的时候，他就有一个依据，可以据立法精神来审查这些要件。好，这是不是可以是一个变通的办法？然后也可以让审查委员会的人，或者地方政府在提的时候，或者是相关的团体，他有所本。好，至少把我们的立法精神是表现出来的。好，这是我的建议。我有一个建议哈，我们吴益勤委员他有他的修正动议里面有提到说住宅负担能力与合理性哈。那个当时的意思是跟刚才我们所考虑的是一样的吗？还是您是有其他的意思这样子？市长，你刚才的那个修是整面吗？还是只有那一小部分？啊，那一面都 OK 吗？要给大家的呢？啊，好。刚才杨振武委员提的一个建设性建议哦，他是说其实就在这个说明栏、立法说明栏里面把我们的意思讲清楚，这样子了哈。那我刚才是说那个吴益勤委员刚才的提案有个合理性的部分，你要不要再说明一下那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我的合理性应该是在负担能力跟合理性啦，因为这个文字我的叙述是住宅负担能力与合理性，是他这个以他能力的一个分担的能力的合理性，所以跟嘿对对，跟刚那个那是不一样的。在那个说明栏里面做说明的，不是我们先不考虑合理性这一件事好了，我们先回到刚刚讨论的那个点区域的那个。总是我们在第五条再加一项，把我刚刚讲到的，就是他地方政府们要针对他的分配。那个麦克风。就是第五条哈，刚刚那个市长所提到的，就是第五条最后加上一项。嗯，这一项呢，就是。就一项就明白规定说，第一项兴办之社会住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每年将经济或社会弱势入住比例及区位分布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啊、哦。那这个已经是他赋予给他，他必须报这样来备查。然后另外第六条，他本来就有一个审议会。那在第六条的地方哈、哦，我们现在看第六条哈、哦，也许可以再把这一个审查，把这件事情加进去。主管机关为咨询审议住宅计划，哈、哦，然后再加一个评估经济或社会弱势入住比例及区位什么什么啊、哦，然后再来评鉴社会住宅事务等应邀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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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哦部长，你要不要把两个条文的文字写上给我？赶快帮忙把这文字。然后第五条，我想要请教，你这边写一个住宅负担能力，这个住宅负担能力是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或者是人民民众，包括后面的第几页，这个是第十六页，也是一样，负担能力居住品质。我觉得这几个字很空泛。我也弄不清楚到底指的是什么，那能不能请你们一并说明？这主要是民众了，民众的负担能力，对对，
主要是民众的负担，民众的负担能力。因为我们以前的条文是讲到说，中央及地方财政状况参考那些什么东西去做哈、啊。那你现在只有负担能力跟居住品质，那这两个部分我不知道，再加上中央及地方财政的状况是怎么样来评估，或者有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我不太懂，也认不清楚。解释一下，其实这背后是代表说，我们知道人民，例如说租金补贴，我知道人民大概经济能力到哪里，我大概要补市场的租金要到哪里，我要补贴多少，他才可以租到一定的品质的住宅。但是呢，如果说那个落差真的很大很大，加上户数又很多，我政府的财政能力又相对有限的时候，我可能我只能尽量补，但是我不可能补到足，可能我可能照规定，不照负担能力，我可能补你补到10000块一个月，你才够租一个起一个和品质合一的房子。但是我今天政府因为财政有限，所以我算下来之后，我只能补到可能7000块，那这就是一个均衡这些资讯的关系啦，大概是从这个角度来拟定我们的住宅计划。OK， 那个部长刚才讲到的那个区位还有比例的那个问题哈，你说用第五条、第六条这样来处理，事实上你刚才念到的那个第五条的那个文字，事实上应该有大部分满足大家刚才在争议的那些文字啦。但关键就是我们刚才提的，你那个文字是对的，但是还是属于备查，所以你是用一个第六条来补强。那第六条，我现在想要问的是，你这个第六条是属于说，你这个只是一个咨询的性质，还是说，它是像那个什么，我们营建署里面的那个都市计划委员会那种，要通过了这个委员会才算？它是审议，它审议过了才算嘛？因为你这里是写说，为了咨询啊什么啊，得以成立这一个审议会，所以我想了解是，你这些地方政府报上来的，他这些案子都要经过这个审议会过了才算啊？那如果这样子，应该就 OK， 因为他这个就事先审议，然后在第五条又把它写出来。这样子哈，其实非常周延啊，就等于是事后备查、事前审议都写在里面的这样。你们把文字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已经有，正在发、嗯。这是第五条的。第五条跟第六条文字有，对。那、啊、第六条的文字有在印了吗？我还是要请教你说、這個，那个部长，您刚讲第六条文字可以给我们负担能力跟居住品质、嗯，这个有什么标准还是什么之类的？你们的办法还是你们要另定办法？因为我知道哈，像我知道有很多就是在比较市区的，大概他们回家的环境大概就是一个桌子，那个桌子放下来，床什么，大概是这样子哈。大概部长跟市长都知道我的状况，我在讲的形容的状况。所以这个负担能力跟居住品质，你们到底有什么样的标准可以来处理这件事？能不能请你们说明？稍微说一下。其实国际上对于租金的负担或房价的负担，其实都有一定的认知标准，就是什么样叫做负担能力不足。哦、大概都有一定的标准，例如说我们一般对租金的负担可能是家庭月所得的25%或30%拿来付房租，你那个钱够不够租得起一个还算适当品质供人住在里面品质适当的那个房子？如果不够，那个就是我们要补贴的那个空间嘛。其实我们营建署每一季都会发布房价跟租金的那个负担指标，我们每一季都会发布。一年四季可以，那个应该都有一些指标了。都有，包括那个房贷比啊，刚刚市长说的房贷比，这个都有。包括这个每一季都有，有时候这个季，好、哦，我们的新闻媒体应该在这边都哈、哦，有些都相当清楚。我们把所有这些资讯啊，全部就放在我们部里面的那个资讯网里面啊，全部就请那、啊、到时候这些新闻媒体都有报道出来。包括你，哈，譬如说你一个房子大概你要负担，啊，大概几年哈？譬如说我们说的哈，16的话，那就是16年你要不吃不喝；如果是8年的话，那就比较轻松，就8年不吃不喝。你算你的工作35年，但是8年是拿来买房子，哎，这样还算合理的。这个现在世界的普遍认识这样，同样道理租房子也是一样。有刚刚市长说了，1/4到1/3，这个是全世界都认为比较恰当。
啊，比如说欧美，他们认为三分之一其实很 OK 的、啊，哦，是很 OK 的，大概是这样子。好，请那个吴思耀委员。委员，谢谢主席。我想刚刚部长跟次长的说明已经相对非常清楚哈。我个人支持在第五条的第增列一个第三项嘛哈，就是依你们所写的文字，第一项新办之社会住宅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应每年将社会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率及区位分布。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好，这个我同意。那现在讲到第六条，就变成说你要有一个，还是有一个审查机制。那在我以条文上来理解的话，那你这样的这个住宅审议会其实是很重要的。所以你在第六条，我分两个问题。第一个，第六条你说的住宅审议会是主管机关，换言之不是中央内政部设的哦，来审地方政府送的、哦、不是，而是说是不是说？地方政府也有自己地方政府的审议会，那中央也有中央的审议会，但是我们刚刚试图要去处理的问题是说，我们希望中央有一个比较强化的审议会来监督、来调派、来整合各个地方的区域分配。好，所以你是不是第六条的文字应该是中央主管机关要成立这个东西？这个主管机关是不是中？各成立，那好，那请回答我问题，等一下说明。那你中央的这个，那地方自己审完了以后，要不要到中央再决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是，在我看来，那这样子这个审议会是很重要的机制，你是不是要在第六条要再加一项，它的组成，它的这些要有另外的这个，你还有其他的办法？对你这个要加一项，要不然。整个住宅法修正里头，我看到有关于审议会，只有在审议会的组成什么，就只有在第六条第一项写在里面。你的成员规范只有一项，叫做学者专家相关团体的比率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就只有这样而已。是不是要更严谨的有一项在说明说它的相关组成要有内政部订定相关的办法为之？好，我觉得这个这样是比较谨慎，因为如。以你们的行政院提案，你的说明文字讲到说，这个是比较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委员会啊、区域计划委员会的委员比率什么什么，那都应该有一个组成运作的。其实这才代表我们对于这个审议会更为严谨的规范。所以，就回答一下。他这边有讲到中央地方的成分。所以你的主管机关中央跟地方都要，那谁审？你中央的那个 control 权力在哪里？对这个的写法哈、啊，跟委员报告了，这写法几乎应该是都市计划的啊，这个委员会一样的审议委员会的写法大致相同。那现在就是说，在第五条我们看的哈、啊，第二项直辖市，他的整个住宅什么什么的要报中央机关来啊，所以说他报来的时候，我们就用第六条来审议他，是这样子。他报来，但我们不。对啊，地方他报来的时候，我们就依第六条，我们他被查的时候，我们也是可以把他提到这边来跟他审议，是这样。可是，所以我的设想也是你现在解释的这样啊。可是你的第六条的文字，你的主管机关就写主管机关，那代表中央有中央的住宅审议会，地方也有地方的审议会。那这个还是地方，那地方的审议会在做什么？跟我也你讲的东西是中央的审议会来解决我们当的问题。这个的是也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希望所有哈，譬如说专家学者，还有相关的哈这个公民团体一起来审地方的住宅计划啊，尤其在照顾弱势，是不是真的有照顾到？所以说这个也要地方成立这样子一个审议会。中央有中央的，这地方有地方的啊，对，两级的审议会。不是，这个我请教一下了。不过我看到这个，如果说他是在用备查，其他的中央都是用这个核定啊，地方是用备查的话，那到底中央有多大的一个约束性的一个权利？就他如果只是送上来备查而已，啊，他如果违反相关的，那个 control 的机制啊，
依你第五条的第一项是核定，但是整个是中央的主管机关的。那第二项是刚刚提到的，是直辖县是要送到中央来，但是你现在是用备查的机制。好、哦，那这样第三、第四也都是中央主管机关的。那这样看来，这个并没有很强的一个。因为其实中央的住宅计划里面包含了对地方政府的所有的补贴，所以说你地方报上来的，我虽然备查，但是我要不要同意你的补贴金额？那变成中央我自己要拟我的住宅计划，那我才能够到行政院去核备嘛。那行政院要核准我这个中央的计划，我才可以开始执行这个补贴。所以其实真正中央最大的权力或者掌控就在于我补贴你的这笔钱，我到底要不要给你嘛？哦，因为包含了包租代管的这个租金补贴啦，这些操作费用，或者是新办社会住宅的这个融资的缺口的这些补贴，都是从中央住宅基金发下去的。所以我们刚刚在解决那30%的问题的时候，你告诉我们是第五条 plus 第六条共同来处理，但是如果这样盘整起来，其实是第五条的机制在处理那30%的问题，而不是第六条。因为第六条的这个住宅审议会是地方审地方的，中央审地方中央的，而不是中央的可以再来借由这个住宅审议会来。所以其实各位吧，因为地方的审议机制它其实就是专家，就是专业者，所以它也不会让地方政府胡搞瞎搞了。你本来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像地方的都市计划委员会那个次长，那个主席，等一下，那个吴怡晴委员先举手，不好意思，然后之后再换。我们已经把第六条一起讨论了，一起讨论、哦，因为我第六条也不同意见了、哦、因为刚第六条的部分，我想主管我们内政部过去大概都是用这个所谓的都市计划的这个委员会来做这个判定，解得很简单了哈、哦，这个应该说这个法律的惯例有点太简化了。现在我们很多的法律其实都会规范它的任务，还有它的组成，好，还有它的相关的这个组成的授权，好，执法。所以我本席的这个第六条的修法的动议里面是比较去提到的是需要有人员的这个这个专家学者的一个组成嘛，哈，不得少于二分之一。然后再来就是这个住宅审议会应该成立的办法要中央主管机关定制，我们有一个比较清楚的母法授权哈。那至于说还有一项就是有关监理住宅基金，还有办理相关社会住宅事务的评鉴这个部分，还有这个相关的这个权益的申诉协调，要不要放在这个审议委员会的一个这个任务里面哈？因为刚任务里面还加上了就是对于弱势者的这个区域分配的这个部分的一个很多任务都在里头，是不是我们把文字上再顺一下，把这个审议会的组成任务哈都能够明列的清楚，因为我觉得过去的模式太简化了。哎，谢谢。主席，来，我请教一下。我记得我刚才在问的时候，我现在有点模糊掉了。我在问的时候，你刚才第五条哈、哦、加了那些是每年他必须把这些执行的状况送上来备查，但是第六条我刚才问的时候，就是说他是不是比照像都计审议一样，是必须要经过你这个委员会过了，他才能够去动，才能够去盖。因为住宅计划本来就是地方权责，所以说地方政府如果他真的想要动，我中央不能说你不可以盖，这是基于尊重地方本来就是这样一个权责关系嘛。那只是说我要不要补贴他，那这是我中央的计划里头的。如果他做一些我中央违反中央意愿的事情，我中央可以不补助他，但他想自己盖，他当然还是可以盖，我不能去拒绝说他不可以盖、哦。那这样我可以换这个方式来讲，也就刚才我们在第六条里面所说的这个委员会的所谓经过这个委员会审议通过，你才可以把你的所谓补助啦什么啦这些给他，是指你手上有限的这个东西，而不是说不准他做这样的一个开发，不是开发了，就是一个新建。那么但是我们这里的主管机关是两级的。也就是当我们如果说我们在这个立法精神用这一个说明把它说清楚的时候，它两级都必须遵守。地方两级都要遵守。对啊，它跟都委会有点差异。不，我知道，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刚才比较担心的那个30%的部分，如果是像现在这样，那我们把它用说明的部分来讲，那事实上在地方的他自己组成的审议委员会的时候，因为你无法让他不盖，那但是我们如果用说明栏把它写清楚，那两级的主管机关都必须受这个规范，也就是他地方在组成的时候，他的这些委员们也必须要横注这些文字。
这样是不是会更简单？好，就是回到我们刚才用说明的那个方式。我是觉得这样子，我们整理看看哈，就是说他们整理的第五条跟第六条的部分，当然第六条刚刚那个吴思瑶委员跟吴玉琴委员都有提醒说要不要写得更清楚哈，但是呢，我觉得条文还是要写，但说明栏里面再写这样，对不对？你机制他还是要给他一个审查机制嘛，那只是说因为他按照都市计划法还有一些法律的体例哈，他自然地方还是有地方自治，你不可能事事都要核定，他只能核备。但问题是说，你在说明栏已经讲很清楚，当时我为什么这样立法，为什么设立这样的机制，是为了什么？这样子是不是两级的都要被约束了哈？那所以第一个说明的部分，是不是现在可以是你还是怎么样？好，是不是我们的这个请内政部这边是你一下哈？然后另外是不是可以请内政部回应一下刚才吴玉琴委员，因为他有个版本在这里嘛，这个版本某种程度上也是在回应吴思瑶委员刚才关心的，是不是写的不够清楚？因为这个审议会看起来非常重要。那我们是不是就吴玉琴委员的版本来讨论看看这样子？主管机关对于吴玉琴委员的第六条的版本有没有什么？有吗？里面有放进来评鉴社会住宅事务，因为那个一般也都是属于那个民法也有完整的那个调解处理机制的，那个也可以在那边的。我们是建议说这个就不必的，因为好这个不必，而且哈、我们是建议哈、这个审议会基本上是在做这样方向计划这个的审议啦，那不要让他担负那种一般救济的那一种个案那一种，因为那个是会非常繁杂，那事实上也有相关的机制都可以去处理，那它的功能会它的功能会稀释掉、哦、而且它可能用这样子的机制去做成的时候，它比较适合做这种计划性的这一种审议、啊、尤其透过包括学者专家的参与啊、哦，那不是常态的公务员在，还有包括学者专家的参与，所以性质上比较不适合再给他那一种个案争议的，就是说救济那一类的东西，那一类的事物。那请问其他的条文有呈现这个部分，或是有这样的一个救济吗？哎，在59条，还是50几？好，那另外就是说，他成立办法要不要有中央主管机关定职，这个需要吗？写一下好了啦。我觉得加一个第二项，就是前项住宅审议会成立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因为你中央定中央，地方定地方的嘛，还是这样比较严谨。要不然觉得这么重要的委员会，结果你只有写一个专家学者不超过二分之一，好不好？前项住宅审议会成立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我的建议，谢谢。好，我们已经快要有共识了哈，我们这样子第五条的部分。我们的时代力量的提案，那个主管机内政部进不了同意嘛哈，然后呢，那个新增第五项，是不是就是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与新办之社会住宅，应每年将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例及区位分布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好，那。就是当然也包括了这个，就是时代力量里面提的，就是说在第一项的后段哈，就是住宅发展课题及原住民族文化需求等，这样哈，那这样我们第五条是不是就可以先通过的？嘿，啊，例如说第五条现在加这个东西，他应该要把他这个加入，那你们后面相对的法则就要写上去啊。如果现在是。不是啊，这个如果地方政府他不肯，对啊，他如果不是啊，那他如果没有，因为这个是在做事后补救的工作、啊，这不是对个人行为的管制，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这个是对所以地方政府，
不来。那如果他没有报，我们要怎么处理？他会不他不要付税款，你知道吗？他就会变得没有。哎，那你要在说明栏写清楚。有说明栏签了，请他们再抓到了。说明栏，因为你没有写出来，没关系，你这样写没关系，我 OK。但是你那个说明栏哈，就是说，如果地方政府他没有报上来，或者他根本不肯做嘛，好，因为就跟我们原来的立法提议是违背的，那你再说明呢，就我们怎样的状况我们就不补助。我们会说明清楚，但基本精神就是说，你立法的说明栏要把它写清楚啊，你一并把说明栏写出来给我们啊，要不然的话，你写安尼写底下，跨黄野的没老鹰啊，看高兴的就没有意思啊，哈，啊第六条嘞，第六条，来我们念念看哈。第六条限是主管机关为咨询审议住宅计划，然后评估提供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率及区位分布，评鉴社会住宅事务等，好，然后后面同但加一句，你怎么笑好水的？这我真正一定。我昂啊！我真正是看无呢。好，我较好忙，我真正看无伊在写啥。两遍，我改两遍，阿蛋过两几遍哈。那最后增列一项哈，就是前项那个住宅审议会成立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定制这样子。你要不要写一个完整的？你点，这个是谁写的？怎么会写成这样呢？不要紧，我们不要嫌弃人家的字了，好不好？写写完整的出来。那个。等一下，就多玛德，刚才第五条先过，但是等说明栏了哈。第五条没有先过，我要先看他。说明栏，没关系，第五条大家有共识了啦，哈，应该可以这么说。啊，第六条也是照我刚刚那样念，但是拜托我们内政部这边帮我们写一个，找那个字比较不潦草的，我们写一个清楚的完整版，好不好哈？哎，赵伟，第六条还有我的版本。哎，好，看一下。也是，就是增加这个，专家学者增加一个熟悉原住民事务者。熟悉原住民事务者至少一名。来，请大家发表意见。那个高路委员，你参考看看哈，因为我刚刚一直在问这个住宅审议会的组成，那就内政部给我的说明，他是仿这个都委会。或者是这个内政部区域计划委员会这样子的成立的模式，那包括各级政府，譬如台北市政府也有我们的都审会啊、都计会啊什么的，但是这当中都没有什么熟悉某某客家事务啊、某原民事务啊，所以我是因为刚刚我们在原民的部分，我们在第二条已经非常特别的去处理了。那如果在住宅审议委员会这里放一个有熟悉某某事务的话，其实那是不是其他的内政部的都市计划审议委员会啊，什么什么，包括各级政府都要有这样？我真的参考看看啊，这是我比较担心，因为我刚刚就是在确定这个组成办法里头。我有去垂询，所以我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跟您分享一下。了解，感谢吴委员。但是呢，依照我们现在所发生的种种的事情，就是因为对于原住民族事务不了解。我这里没有绑定一定要原住民身份，而是说熟悉原住民事务者。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以我所熟知的，就是社会住宅的联盟。或者是奥斯，它里面都有很多熟悉原住民事务的朋友。那我的意思是说，假设我们台湾对原住民的事务或任何一个政策，如果懂得理解的话，我就不会放这一条。那不了的就是说，部长这边，你觉得如果是说针对，因为前面第五条已经要针对，就是原基法第十六条，就是政府应测定这个原住民的这个住宅政策了。那你如果还没有放原住民熟悉原住民事务的这个专家学者或是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团体，是不是会觉得就是好少那么一点点的味道？好了，委员，你的心情我能理解了哈。这基本上，其实我们刚刚几个的做法也是特别对原住民的这个部分特别加以这个具体化。那但是牵涉到一个审议会的哦，这样他其实硬要去说你要特别有一个懂什么的委员，这样子的一个立法方式，其实这个是很少的。那除非要不然的话，你就要，比如说我们说通讯传播委员会组织法里面对委员要有。
通讯传播、法律、财务什么什么各方面，但是你所有委员里面特别去讲说必须熟悉某一个事项，这个立法体力上比较少。那以我们对原来的这个重视，我相信委员会在组成的时候，那当然就是要能够找到各方面的这个最适当的人，那他也应该往这个方向想。那但是把它定为法律是比较困难。主席，我说一下哈，我先声明哈，我是支持我们原住民的这一些文化权益这一些，但是我是请大家回想一下哈，在上个会期啊，哦，上个会期我们审议那个什么法，什么平等法，那个什么，族群平等法的时候，曾经遇到这个问题。族群平等法我们在审的时候，当时就有这个议题，说是不是要把每一个县市的族群平等委员会里面特别加入原住民的代表。那当时与会大家也讨论了很久，那其实大家的出发点都是好的，但是最后的结论就是说不要特地的去指定说有一个什么样的背景来放进去，因为他各个县市在组成的时候，他就必须衡量他本身的多元性跟完整性了。好，所以你单指去把它放进去的话，哈，就甚至还会出现一些那个叫什么对比还是什么的一些效应会出来啦。好，所以我觉得，因为我们在一开始的分类已经把原住民的住宅的这个部分放进来了，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再考虑一下。好啦，部长应该知道说我为什么一定要特别增加，但是呢，既然了解了，就是说其实这里面所提到的就是相关的团体跟专家学者本来就是应该要去符合这里头的，要反映这个里面的多元族群的需求啦。那不然这样子好不好，我们在说明这边提一下，就是这个为了使住宅审议会能够充分反映多元族群的需求，如果说在这个专家学者的时候，你在邀请专家学者的时候必须要有这个相关的这样的一个想法跟思维，就是要为了要反映这个多元族群的需求，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就尤其特别考虑要有什么，这样我们可以再说明。对了，可以吗？好，请问刚刚的文字写好了吗？又多一项功课咯，包括要把刚才时代力量的，就是不坚持用这样的母法修正，但要在说明栏里面把精神写进去，对不对？好，那请也要把这一条多写一下。不过你们已经有先写好，可以先拿出来，没关系。哎，请吴宇行委员。刚刚那个高露仪用委员在谈那个原住民的这个议题，放在说明栏了，通常不太会被看到了哈，所以是不是要附带决议的方式，然后请我们行政部门能够去在过未来的执行上面可以遵守这样的原则，哎，尽量了哈，可以吧？那我建议这样，因为他们现在在忙着写另外的那个，是不是可以请两位委员你们抓到一下，好不好？就是你们简单写一个附带决议这样子，你们两位可以一起看。
好，各位委员哈，各位委员，我们那个为了把握时效，我们有先用这个荧幕哦，把那个第六条的文字已经打在上面，大家可不可以过目一下？那个黄昭顺委员，你很关心，赶快看一下。黄昭顺委员不知道，好，请党团助理提醒他一下。好，那各位委员哈，刚才第五条，对不起哈，大家注意一下，第五条，刚才大家听起来没有问题嘛？现在等说明栏，说明栏现在刚印出来，大家过目一下。然后第六条的文字在上面，我第六条我正式念一次哦。主管机关会咨询审议住宅计划，评估提供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率及区位分布，评鉴社会住宅事务等。应邀集相关机关、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成立住宅审议会，其中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之比率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前项住宅审议会设置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大家有没有问题？好，那个附带决议的部分，请问那个，好，没关系，等你们，没关系。第五条的说明哈，我也念一下哈。就是说，未落实第四条，以直辖市、县市、辖区为计算范围，提供至少 30% 以上比例出租与经济或社会弱势者，且防止其区位分布过度集中、偏远地区之不合理。原新增第五项，直辖市、县市政府应每年将弱势入住比率及区位分布报中央备查。地方政府若未落实办理，中央可不予备查或请其修正，并对年度住宅计划之补助采取酌予调减之处理。这样很清楚了哈。好，那这样第五条先通过好不好？好，第六条哈，原则上都没问题了，但我们为了表示尊重时代力量哈。好，我念一下啦，大家听听看哈。为使住宅审议会能充分反映多元族群需求，主管机关邀集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时，应纳入熟悉原住民事务者。好，那这样这附带决议也通过，第六条也通过。那我说明一下，由美女委员她的修正动议跟吴玉琴委员的那个意旨相同，但是刚才已经有共识的在后面的相关条文处理。好，那我们进入主席、对，请王文志委员，不好意思，你是已经宣布说通过了？没关系，你说明一下什么事。那也抱歉，因为刚刚我临时有一个事情离开哈。但我觉得第五条这样修哈，大概就是事后救济啦，啊，也就是说这样修的话，它是当然也尊重地方政府的权限，那但是做了之后，其实是下一个 turn， 就是说啊，我不给你补助啦，或审议过后，然后你这个不符合期待哈，大概是木已成舟之后哈，那么调啊。计划是事先的，那问题，好了，潘水，刚刚我不在讨论，但是啊、哦，这个条文定在这里，然后挂了那么多的这个法律体力怪的，好、哦，怪啊。OK，
谢谢。好，那这样子，我们开会是开五点半，我们要努力到最后一刻，好不好？第七条，讨论看看啊，不一定有结论，好不好？第七条。梁锦，好，第七条，请问对于行政院版本有什么意见吗？来，杨委员。谢谢主席啊，能不能先请内政部说明一下目前国宅基金的运作状况跟社会住宅目前的管理状况？啊，因为我们这第七条事实上是要了解它将来的这些收入来源跟分配，所以我们先了解一下目前内政部主管的这类似的这一些的目前的状况。啊，谢谢。剩十二分钟，给恁两个玩玩的好。来，请说明，请说明。嗨，开麦克风，开麦克风。大家好哈，有关我们的中央的住宅基金哈，到那个上个月的月底，我们大概总资产还有669亿，那现金的部分大概将近170亿，负债应该我们没负债，没有，资产总资产有669亿。669。啊，现金是169亿。对对，现金有169亿。那因为我们未来，好，669，一个169。对对对，总资产169。嗯。对。那我们净值大概666亿左右了，哦，那个负债是就是我们有一些那个应付未付的那个项目，对。那未来如果说我们，应该是说我们在新办那个林口的社会住宅，我们未来可能还要支付大概要60亿左右。应收账款目，那个长期垫款大概280亿，嘿。对对对，这是垫付。长期垫款就是我们有一些中央国宅，就是国宅贷款，还有公教贷款，还有国军官兵的购置住宅贷款，大概有200可收回来的，陆续收回的大概有280亿，但是它是含在，对对对。对对对，它是含在那个600多亿里面。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刚才大家刚才有提到的目前的那一个这些社会住宅的管理的情况，我们社会住宅应该现在目前没有吗？没有没有。OK。好，谢谢。这个法修了以后才会有中央。对对对，我们会。那如果说哈，目前虽然权责机关是地方政府了哈，那但是他这些计划也是有报营建署吗？还是？那就你们所了解，目前在运作到目前为止，在我们这个法还没有修之前，就你们主管机关的立场有没有看到在这一块有没有什么比较明显需要调整的，或者是不管是在他的新建的方式或分配，或者是他的财务有没有比较明显的这一个在管理上的？目前已经完工的社会住宅，像台北市的兴隆一期，还有三重的，第一个它的弱势比例都超过三成，都超过三成，大概都33%左右，然后入住率都满，都是满的。好，哦，那现在租金的回收状况都很好，就了解是台北市兴隆有过一户欠租，后来已经被赶出去了。所以，以目前我们这样看下来，以目前地方政府自办，你刚才我因为我不知道全国有多少了哈，那以你讲的这两个例子来讲，第一个他的照顾弱势的这个部分是 OK 的，那在自偿的部分呢？
一般看起来台北市、新北市的案子，因为它 是租金还是够高，哦，所以它的自偿率，台北市整个算出来，全市他们自己的，他们报出来大概会超过130%。所以啊，这也是我们一直讲说，这个法在修的时候，其实城市跟城乡其实的差异性是很大的，它的需求也很差别很大。其实即便是像譬如说，总统喊200,000户好了，其实在城乡的需求整个样态都不一样。好，请问大家对第七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通过。哎，嗯，对不起，对不起，因为我本来想说你们没有意见，对，就是说，请那两位提案那个修正动议委员，请啊。对不起，请两位。好了哈，这个我还是要说明一下这个提案了哈，就是大概我的提案的差别就是特别把那个。融资的部分标示出来了，好，那这主要的考量点就最主要是这个，像过去啊，过去的不管是国宅啦，或者是这个眷村的改建啊，其实都有容许这样的一个制度了哈。那最主要是让地方政府啊可以容易依循，好，那因为如果不定定的话，不定定，那其实多半就是不行了。我知道你们要告诉我说，如果不定，它本来就可以，啊，但是这个我其实以前过去的地方政府待过哈，财主单位哈，或者是议会啊，你如果没有定得很清楚，啊，没有定得很清楚，那你告诉他们说其实可以，那可以都要有首长要很大的勇气跟决心呐，啊，其实我觉得我们如果要推动社会住宅哈，那帮忙他们排除一些困难，啊，既然可以，那也可以定上去啊，对不对？啊，大家觉得怎么样？啊，这个部分是不是请内政部？因为我知道跟你们协商过，你们是反对了哈。来，我们不是反对，是，请说明。好，一起回答哈，请吴委员。我这边大概也是跟姚委员一样的意见嘛哈，因为如果明定是对内政部或地方政府在执行业务上是有帮助的，而且是跟土地房屋有关的，所以我这边也是提的是房屋土地的交易所得税跟土地税跟房屋税啊。如果能明定，当然就对财源的来源更明确。那有什么反对的意见？我实在有点不太懂哈，所以待会可能请内政部一起说明，因为我们这边是希望能够让社会住宅或是这个住宅的政策在推动上面能够更有财源，而且是有明定的财源哦，可以好，哦，不用哎，对哦，不是财政哦，是财政部反对啊，哦，不是内政部反对，好，哦，好，是请也请那个说明嘿。那这样好不好？各位委员，对不起，因为时间的关系哈，这样子，两位委员是为了希望我们的裁员更加的稳固哈，好明确哈。那但时间的关系，我们下次再讨论好了，好吗？哈，嘿，因为我们想要把刚才已经完成的成果先，你的意思是照我们的修正案通过了，第七条先下次再讨论好了，然后。好，那我们先回去把协商结论跟大家报告一下， okay. 这样好，谢谢， okay. 对不起，好，谢谢。下一次哈，请充分跟说服我们。对呀，啊，我想说有什么问题嘞？是，事实上那个房地产税的部分，现在。第一项的那个是就可以了，你们觉得这样就可以？我的意思是说，让那个是所以这边列了。OK， 我们刚啊，对不起，我们刚有做了一些初步的协商，我们请宣读协商结论。好，住宅法修正草案协商结论，宣读协商结论，第一章总则通过。第一条，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二条保留。第三条，第二项文字删除后通过。文字删除的部分是社会住宅，只由政府兴办或奖励民间兴办专供出租之用之住宅及其必要附属设施。第四条啊。第四条，皆有修正为游民修正通过。好，
第五条修正通过。文字为第一项，第一项中间部分，由住宅市场供需状况、住宅负担能力及住宅发展课题及原住民族文化需求等研拟住宅政策报行政院核定。好，第五条，增列文字以第五项增列文字，直辖市、县市主管机关新办之社会住宅，应每年将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例及区位分布报中央主管机关备查。第六条，增列文字，主管机关为咨询审议住宅计划，评估提供经济或社会弱势者入住比例及区位分布，评鉴社会住宅事务等，应邀集相关机关、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成立住宅审议会，其中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之比例不得少于二分之一。另增列第二项文字为，前项住宅审议会设置办法由各级主管机关定之。宣读完毕。好，那我们今天颇有成果哈，我们先到第六条哈。那再来第二条的部分是暂时保留，里面包括郑天才委员对原住民希望能够有专门的这个那个就是社会住宅的新建部分哈，请主管机关内政部这边赶快拟妥文字，我们回头再处理第二条的时候就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好，附带决议也念一下。附带决议一项，为使住宅审议会能充分反映多元族群需求，主管机关邀集民间相关团体及专家学者时，应纳入熟悉原住民事务者。宣读完毕。好，那我们住宅法修正草案下次从第七条开始讨论哈，我们定期继续逐条审查。好，我们现在散会。好，辛苦，谢谢。我那边给他去拜祭。要拜谢啊！我们讲好了，说你当招委，我请咖位。对对对，我当招委，他请咖位。对对对，好，对不起。好，谢谢，谢谢，谢谢。